好，大家请就坐。我们先来宣读一下今天要讨论的部分啊。啊，还没到，还没到啊。啊，那稍后一下。好，我们现在继续开会，处理105年度行政院主管收支部分。现在请宣读预算书跟委员提案。105年度行政院主管税收预算，行政院主管预算128,725,000元，第一目一般行政9,1300万元，第二目施政及法制业务12,359,000元，第三目施政推展维系625万元，第四目科技发展研究咨询4,061,000元，第五目联合业务1,511,500,000元，第六目国土及资通安全业务8,593,000元，第七目灾害防救业务8,117,000元，第八目性别平等业务1,547,400,000元，第九目消保及食安业务1,929,100,000元，第十目资讯管理6,937,600,000元，第十一目新闻传播业务5,692,400,000元，第十二目一般建筑及设备1,824,500,000元，第十三目第一备金380,000,000元。
委员提案第一目，一般行政人事会编列8亿6560万3000元，减列2000万元，冻结1000万元。第二案，基本行政工作维持水电费编列1376万1000元，减列300万元。第三案，本院所长与同仁使用电信设备通讯费及油资经费编列618万3000元，减列150万元。第四案，所长宿舍各类物品费用编列38万元，全数删除。第五案，编列院长、副院长、秘书长、政务委员、发言人及副秘书长等人特别费476万8000元，减列院长、副院长特别费50万元，冻结50万元。秘书长、政务委员、发言人及副秘书长等人特别费328万8000元，全数删减。提案第六案，院长特别费94万9200元，减列院长一至五月特别费39万5500元。第二目第一案，施政及法制业务向下编列1235万9000元，全数减列。第二案，施政及法制业务编列1235万9000元，减列200万元。第三案，施政业务及法制业务向下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业务编列150万7000元，全数删减。第四案，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业务编列150万7000元，全数减列。第五案，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业务，其中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委员兼职费134万4000元，全数删除。第六案，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委员兼职费134万4000元，全数减列。提案第七案，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编列公民投票审议委员相关业务预算150万7000元，减列100万元。提案第八案，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业务向下编列兼职费134万4000元，减列1/2。第九案，法规审查研议及诉愿审议督导编列332万5000元，全数删除。第三目第一案，施政推展业务编列625万元，全数删除。第二案，施政推展业务编列625万，减列300万。第四目第一案，第四目科技发展研究咨询编列4066万1000元，减列500万元，冻结300万元。第二案，聘用研究员之兼职费编列260万元，减列1/2。第五目第一案，联合业务向下编列1亿5511万5000元，全数减列。第二案，联合业务编列预算1亿1511万5000元，减列2000万元。提案第三案，联合服务业务向下各联合服务向运作业务经费2769万9000元，全数减列。第四案，联合服务业务向下业务费编列2732万3000元，减列1000万元。提案第五案，南部联合服务业务向下编列9640万5000元，冻结3000万元。第六目第一案，国土及自动安全业务编列859万5000元，减列200万元，冻结200万元。第二案，国土及自动安全业务编列859万3000元，全数冻结。第三案，国土安全规划编列475万元，全数冻结。第四案，自动安全业务编列384万3000元，冻结200万元。第五案，自动安全业务向下业务费编列384万3000元，全数冻结。第七目第一案，
第七目灾害防救业务编列81,017,000元，全数冻结。提案第二案，灾害防治业务编列81,017,000元，冻结400万元。第三案，灾害防救业务编列81,017,000元，冻结150万元。第四案，灾害防救业务编列81,017,000元，冻结100万元。第八目，性别平等业务编列15,474,000元，冻结700万元。第二案，性别平等业务编列预算委办费828万元，冻结1/2。第三案，委办办理性别平等政策趋势及相关问题调查研究所需经费编列80万元，冻结1/2。第九目，消保及食安业务编列1,929,100元，减列200万元，冻结200万元。第二案，消费者保护业务编列1,929,100元，冻结700万元。提案第三案，消保及食安业务编列1,929,100元，冻结300万元。提案第四案，第九目，消费者保护业务编列1,929,100元，删除145万元。提案第五案，食品安全业务项下编列720,200元，冻结300万元。第十目，资讯管理业务编列更新汰换网路卡、磁碟储存设备、网路界面卡等相关电脑设备501,200元，全数删除。第十一目，新闻传播业务。第一案，新闻传播业务编列56,924,000元，减列4,000万元，其余冻结。提案第二案，法令政策沟通编列2,969,600元，减列500万元。提案第三案，法令政策沟通编列2,969,600元，冻结500万元。第十案，法令政策沟通向下一般事务费编列2,835,000元，减列2,000万元。提案第五案，法令政策沟通向下一般事务费编列2,835,000元，减列335万元。提案第六案，法令政策沟通编列针对国家总体施政计划及政策测制文宣品、刊播平面及电子等多元媒体广告，增进民众对政府了解，预算1,207,400元，冻结500万元。提案第七案，舆情说报与研析向下一般事务费编列329,500元，全数减列。提案第八案，新闻影像图像资料之馈赠编列预算315万元，减列100万元。提案第九案，新闻影像影音图像资料之设置向下未拍摄院长编列568,000元，减列1/2。第十二目，其他设备编列371,500元，全数删除。通案第一案，行政院105年度预算编列12,870,500,000元，减列1/2。通案第二案，行政院105年度国外旅费编列415,800,000元，减列759,000元。通案第三案，国外旅费编列415,800,000元，减列120万元。通案第四案，国外旅费编列415,800,000元，减列759,000元。通案第五案，国外旅费编列415,800,000元，减列759,000元。主决议第一案，有鉴于行政院101年1月1日起启动组织改造，原要求行政院应立即予以检讨，
并于一个月内提送检讨报告至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参酌。主决议第二案，要求行政院应整合相关主管单位，研拟兼具防灾救灾之国土整体规划，并审慎检视我国现有灾害防救管理体系及经费配置，建立权责相符之防救灾专责管理机关，避免叠床架屋及各司其职，影响大规模复合性灾害救援时效。主决议第三案，要求行政院应积极强化性别及人权影响评估作业，并辅以性别预算及性别结算制度建制，以提高我国性别主流化政策之执行成效。主决议第四案，要求政府之性别平等政策不是落后社会脉动及趋势之外，行政院性别平等处身为性别平等政策纲领主政机关，应就同志权益、多元性别、婚姻平权等议题进行研拟，将上述层面之议题修正纳入性别平等政策纲领政策内容。主决议第五案，要求行政院应建立源头管制管控机制及建制可溯追溯生产资料，提供消费者选择参考及食安危机发生时第一时间管控之用，并继续提升稽查及检验等工作成效，以确实维护国人健康与权益，并应以每季提送有关食品安全办公室之工作报告至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参酌。主决议第六案，为维护原住民族之权利，行政院应指派政务委员负责该项业务之协调、修订或增订相关办法。主决议第七案，行政院应责成财政部国有财产署、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林务局、交通部观光局、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等工厂管理机关，确实依征划边原住民保留地相关规定配合办理，不得以其他与前业征边原则无关之理由，作为不同意提供征边原住民保留地，以保障原住民族土地权益。主决议第八案，请行政院责成内政部及农委会林务局办理图耕点及控制点之布设及相关经费，以保障原住民族土地权益。主决议第九案，请行政院邀集内政部、交通部、行政院官兵退出役辅导委员会、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及教育部等相关机关，提出落实实质共管之具体改善方案，以落实原住民族地区资源共同管理机制。主决议第十案，请行政院责由内政部针对原乡地区土地无法取得合法使用问题，提供具体解决方案，并加速解决使用分区及使用地类别更正事宜。主决议第十一案，这两个一样吧？这两个是一样的。好，先读完毕。委员提案针对第二目施政及法制业务预算1235.9万元，冻结三分之一。宣读完毕。好，现在我们进行协商。
好，我们现在就先来处理啊，105年度的预算的部分啊。是不是我们循惯例？先解冻案先吗？还是好解冻案先？那就解冻案先处理。好，来。解冻案，好，我们现在来讨论第二案啊，处理104年度行政院的这个解冻。啊，就这个四个案嘛，好，一案一案来。第八部，性别平等冻结200万元，这个部分呢，各位没意见？啊，那个简要说明一下好不好？简要说明一下。好。新民处的那个解冻案啊，当初是因为那个我们的性别主流化计划103年到106年的部分啊，那个核定的时间比较晚哈，所以委员这边要我们检讨来写报告。那我们那个时候是这样子，就是从103年的年初，我们请各部会拟计划，然后各部会报来之后呢，我们有邀请11位委员哈。做外审，那审完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意见中整之后，请各部会再修正计划，各部分修正计划之后报院，我们才核定，所以这个时间是比较晚。那这个部分呢，因为早上周立安周委员有跟我们问哈，我们审查委员的名单有11位委员，那我们这边也补提供11位委员的名单，嘿，是。那么就准予动之。好，第九目，消费者保护业务冻结150万部分，请说明。好，第九目，说明一下好不好？我们在冻结了这个150万，那150万的话，我们是后面，因为我们今年有修了消费者保护法，那其中另外还有一个授权的通讯交易解除权合理例外情事，这个部分我们都需要一些编印书籍跟教育宣导的费用。另外我们今年年底，我们今年有办了这个强化高龄者消费教育的师资培训，那这个部分我们后续还有一些这个进阶的课程，这些费用都希望各位委员能够支持。没问题了。好，那么就准予动之。啊，消保处啊，这个有一个案件呢，你们应该去关心，就是前一段时间跟我相关的这个石膏的这个案子，列入这个合法的食品添加物啊。这个事情啊，这个我当然审预算的时候跟你们讲，我绝对不讲我的意见哈，但是我要求做一个程序上的一个调查，就是这个他们这个相关的委员啊，就是外省的委员啊，再把这个无水石膏啊，这个审议开放之后，把它的这个规格做了调整，对不对？那为什么去做调整？这你们要去调查，他们是根据什么原因？你知道我意思吗？可不可以跟您报告一下？因为这个部分迟到这个案子哈，我们跟食安办有做一些分工，这个部分是食安办在处理，所以我们就没有 follow。对。所以我那个食安办公室在不在？这个是预算之外的要求了哈，就针对这个无水石膏啊。被开放作为合法的食品添加物，
这个过程，因为它不但是开放公告开放，而且它的这个规格，就是说它的核，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说它有一些东西它做了调整，那个原因是什么？好，因为这些委员都是外省的委员，那卫福部呢也应该去了解这些委员为什么做这个调整。那但是卫福部有没有去了解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在那边要求你食安办公室你要主动介入啊，因为这牵涉到食安的问题啊。因为真的如果真的是说像这个外界所说的什么开放什么重金属，因为我的了解是他们有他们的好像有他们的原因啊，哈，为什么会做这个调整，但是你们应该去了解这个过程，然后了解完之后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书面的说明。可以。好，你们把整个这个事件哦，就是从去年就是谁提出申请，然后透过什么样的程序，然后他怎么样审议，有哪些委员，因为委员名单是 公开的嘛，会有公告出来嘛，哈，这个包括召集人他们是有开会还是是谁的意见说啊我们这样调整好不好，总是有人会提议嘛，否则的话怎么大家就全部都同意说这样调整，一定是有人提议啊，那是谁提议，透过什么样的程序去做了这个调整，对，他那个理由是什么？ OK， 好，给我们一个书面的。好，多久的时间？很快跟委员做一个报告哈。就任何的一个食品添加物提出申请之后，他们就是卫福部内部会先做一个评估，然后写一个报告，然后送给这个食品安全及营养咨议会的委员，一般来做书面的审查。那审查之后如果没有太大的问题，就会依照委员的一个建议然后来修正原来的那个规定。那如果有一些起见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在他们的大会中间再提出来。那至于这个时程时间点和这个的过程，我想我们可以来请他们。是这个程序我了解了，是就是针对这个个案，因为引起一些风波嘛。那这个个案把它查清楚，大家也会比较安心啊。你站在食品安全的这个角度，那如果说这个委员他们如果说啊他们的开放是不妥的，那也要了解他为什么会做这样开放。那如果他没有问题，好，他这个开放没有问题，他有一些东西可能是你本来天然的石膏里面他不会含这个东西，所以他把这个规范拿掉了，好，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你们要去了解之后给我们一个就是针对这个个案你有一个时序的条的这个排列比较详细的一个报告，能不能在现在是十二月中以前吧，好不好？应没问题。好，好， okay， 谢谢。好，那就请食安办公室准备这个资料啊。那第二幕对，第二案就解冻，遵义动之。好，第十一幕，新闻传播事业冻结113.85万元，这部分请说明。报告委员。那有关这个我们新闻传播这个业务啊，我们绝对不会去进行任何的一个政治性的一个文宣。那目前的这个1100万的部分呢，我们其实是希望说能够再加强一些有关跟民众切身相关的登革热的部分，还有这个提振消费措施的部分，以及跟国家发展比较重要的有关的 TPP 等加入区域整合的一个部分呢，还有一些这个长照的一个部分。所以如果说这1100万能够解冻，其实这个部分真的都是跟民生比较相关的，那敬请委员多给我们支持。这个部分好像有特别想要加强那个登革热的这个宣导嘛，哈。那么现在做了一些什么工作？你们现在的规划是怎么样？对，因为南部地区很严重啊。对，我们其实已经有拍一个片子，可是我们没有什么钱去做拓播。再来就是说，我们当然因为登革热南部地区，我们上次有用比较少量的费用做一些车厢的一个广告。那当然那时候是做台南，但是因为现在高雄的地区其实还是在持续攀升当中，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能够再加强。然后另外就是可能南部的这个机场灯箱啊等等的户外的，我们尽量用各种的管道还有广播等等，我们都希望说能够再加强这个部分的一个宣导。那请问一下，你们跟那个高雄怎么配合？你们也在宣传，那高雄市他当然也会宣传啊。我们中央跟地方，你们怎么去做联系跟这个配合？他们自己没有拍片吗？
主要这个部分，因为它这个很多都是 CDC 这边统一来拍，那我们当然他们经费大家普遍都有一个不足的现象，因为现在登革热这个其实真的是还蛮严重的，我们还是希望说大家能够集合不同部会的力量尽量去做宣传。那至于说高雄的部分，其实我们每一天CDC 这边都有开会，而且也有派驻同仁在那边，有很好的一个合作的关系。其实在台南的时候，当时他们也提出来说希望我们能够协助做这方面的一个广宣，因为他们也没有什么经费。那我想高雄那也是一个类似的一个状况，那我们能做我们就尽量来多做这个块。登革热在高雄已经十多年都这样了，那你们只有今年才开始要加强宣传吗？我们每一年其实都有做，只是因为今年冻结了三分之一，所以目前今年在这个部分我们现在就是只能透过比较免费的平台去做，那这样其实当然效果。那你们做一大堆服贸啊，我们服贸今年都对，那经济部做，我们今年不是你们做的，对，我们今年经济部做，我们今年做的主要是节水、抗旱、防灾、MERS、登革热。我们今年因为经费真的非常有限，我们现在的经费其实都不到文宣经费不到以前的二分之一。这个部分我觉得非常重要了，因为尤其是年初的那个节水、那个旱灾的问题啊，我们现在都忘记了，那个节水用这个节电都很重要嘛，那登革热也部分很重要啊，尤其是南部高雄并没有降下来啊，好不好？我们就这个部分呢，就是准予动之，好不好？尽量赶快加强这个宣导啊，准予动之。好，第三案解冻，谢谢哥。第三案，请说明那个冻结2000万的部分。跟各位委员报告，那关于反服贸群众侵入行政的事件，检察机关执行各项违案侵入检讨的情形，内政部已向国务院内政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然后对于严警执行已有不当案件事件哦，经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主动函送的该时侦办，其中2件已经签结，然后2件还在侦查当中。那至于有关提供真相调阅专案小组的各项文件，本案也照内政委员会决议，在103年3月27日到8月31日，主望在立法院的行政大楼资料陈列室。然后有关周委员，您在事件中受伤的追查情形，目前内政部就是尽他们能调查之能事，没有隐匿证据或包庇的情势，但是经他们调查，就是没有相关的这个证据里头，并没有涉得委员如何受伤的影像。那目前行政院毛院长也在今年的3月31号跟10月23号，在回答周委员质询的时候，要求内政部再查。目前内政部也在10月28号有启动要指派专人，再重新针对这个案子来调查。另外，周委员委任律师致事本院江前院长跟检察及王前署长的这一部分，目前还在最高法院办理中。以上说明。那个主席，我想请问一下，你刚刚请问您是处长？处长。那个处长，你刚才是提到我的案子嘛？但我们在那一天在院内，在行政院院内有不少的民众跟学生。他们也被警察所殴打，好，那因为之前内政部也跟我回文，其实在那个时间点其实已经是一个算蛮安静，就是蛮平复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该只有针对我去做真相调查，包括其他的学生跟民众，他们也在那样子的情境之下，然后被殴打成伤啊。那这个部分的话，你们没有去做调查吗？还是你们就是告他们？我知道他们很多人被告啊，应该一百个被告吧。
包委员，关于这一部分哦，就是恩情是我主好不当的部分，我刚有说明说，即使台北市政警察局主动函送侦办的哦，有事件了、啊。那这一部分是已经在处理了。那另外当然，民众有一些有提起自诉的，也在相关的法院审理当中。当然有一部分已经，有定案，判决不起诉的。但是还有很多自诉的案子，目前还在法院审理当中。可以吧？好，如果大家同意，我们就第一次。我们不行、啊，你还是要继续续动吧。续动啊，少动一点啊，少动一点，就没有答案呢、啊，没有答案呢、啊啊。报告委员，因为我们这个整个预算2000万是涉及到整个院的各科目的预算，那这样冻结，我们在预算的控管上会产生一些问题存在了。好吧，那1000万，拜托那个好主席一半能够那个。因为我们在预算控管上会产生困难，是不是可以降到500万以下？那现在年底了，因为我现在11月19号了，对啊，因为大家已经进会都用的差不多，那我现在冻结水，我家控管就会有一些对有一些困难存在了，好不好？你要动明年的啦，好，周元可以了啊！不要啊！你也不爱了2000，对，你阿伯有1000，明年的再说嘛。明年是明年的事情啊，这他去年的事情，去年都没解决啦。主席，他去年的事情，去年没解决啊，今年的事情他又要这样子就过。明年是明年的事情啊，明年我不一定有空啊，我今年才有空，所以我今年处理。好了，明年我不见当主席了，我也不见要当主席了啊。调查还没有出来，对啊。不愿意啊，对，我刚才讲了，不是只有我。我已经跟你讲了那么多学生跟民众在当时候被打，难道他们所有被打的都没有影像？影像全部都照不出来。好，动1000，不然主席就是2000。那个周远了，周远了，我爸爸呢？哎，周远了，我爸爸呢？好了，我讲了。因为这已经年底了啦，好不好？
这位可以吗？明年吧，啊，好，那今年解决了，今年的自己，今年他们已经很努力了，让他们继续努力。我完全没有看到行政院从来没有跟我沟通过，主席，光这一点，好，你那再沟通一下。我跟你讲，沟通一下，警政署也还有来跟我，行政院是一丁点从来没有跟我沟通过。秘书长很有诚意来跟你沟通了，嗯。谢谢您，因为这样我就可以今天准时去海洋大学上课啊，不然我会迟到，跟学生就要对不起了啊。好，我们现在就第四案就准予动支啊，解冻了。好，我们现在处理完了啊，是不是？怎么样？啊？不是，现在已经11月20号了嘞。明年啊，不是你们已经谈好了吗？哎呀，好，继续冻结600万，啊，其他的都准予动支了，啊，我们再拟具这个处理报告提报院会，啊，好，我们现在已经处理完解冻案，那么现在继续处理105年度的预算案，我们请是不是依照惯例啊，一幕一幕来，好不好？啊，一幕幕先说明啊。我们请那个看看谁，行政员，好，来来来，请一幕一幕来说明啊，说明完我们再讨论。好，第一幕，请说明。好。这个跟各位委员做报告哈，我们那个秘书处哈，就是这个院里面的这个司机工友啊，跟大家报告，我们从102年到现在啊，102年是有124个人，到目前为止啊，只剩下111个，也就是说我们每一年都在精简，因为这个司机工友他一定是要出缺才能够补哈。那么过去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因为有一些是从新闻局跟消保会那时候组改以后啊，把人移拨到院里面来啊，所以这个我们原来专案核定是有109个人，所以我们现在的预算呢、啊，都是尽量往那个预算严格，就是这个专案核定那个方向去精简。所以可是不是可以请各位委员就这个部分能够予以同意，我们不要删减，好，谢谢。
好，可以吧？哦，好，好。现在是说明到就第一个案子，第一幕，因为我们这个司机工友是逐年在减了，哈，是是是。对，你现在第一幕全部一起说明，是，好，说明完了是吧？是。其他都没有增加，其他都没有增加。啊，其他没有问题。那第五一至五一至六的，是属于通案嘛？是。好，那个就在院长那边做通案处理，好不好？好。那么一至一到一至四，我们就照列。一至一至四。不是一至那个好，一至一是说明过，一至二啊，是因为要删减我们那个水电费哈。那水电费我特别报告一下，我们现在是一直都很精简。那目前呢、啊，这个费用真的不能再省了哈，因为我们一年啊，今年好不容易跟去年这样子勉强相比，大概省了10万度左右，不过才省了差不多20万，如果算起来。所以这里如果要省300万的话，我们真的是明年没有钱可以支付水电费，是都没有增加啊。第二，一至二没有增加，一至三也没有增加。啊，都是按照去年的标准，那么一至四也是一样啊。这个刚刚我也特别跟李委员报告过了，我们一直都38万，因为有四个这个首长的宿舍要使用这一点钱，所以没有增加啊。谢谢。好，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我们就照列。好，谢谢。第二幕，一起说明啊。到29，21到29，还有一个，另外有一张是2-2-1，一起啊。行政院，请哪一位说明一下？第二幕谁说明？第二幕一起说明好不好？找不到人啊？啊、哦，来，对啊，好，来，请，好，请。嗯，首先要先就那个院会议室的部分先做说明啊。那因为院会议室呢，主要是要做一些会议记录，还有一些一般的那个报告，比如说到立法院去做的院长到立法院去做的一些施政报告，还有监察院到院巡查的时候的一些施政报告。那这些都是一些很简单的那个印制的费用。所以院会议室因为主要是院会要开会嘛，那通常大概就是很简单的一些就是装订的费用这样子。以上说明。它的部分是政策及法案的延伸。二之一、二之二跟二之二之一通常都一样的一件事啊。同一件事啊。好，那二之三呢？有关共同审议委员会哦，就是原来在这个原来在共同审议会成立的时候呢，在1995年的时候，他们曾经抱怨，就是当时候是行政院委托给中选会去办，那由中选会那边抱怨来说，因为呢，其实派委员的时候有两种知己的方式，一种是按月知己，一种是按照实际次数的知己。当时候中选会主委的考量是说，因为公投审议委员会的委员的性质呢，虽然是以开会形态为主，但是它其实会决定那个公投案的审核的一个标准。那另外呢，除了考量到主任委员的职务跟委员还是有点差别，所以主任委员的那个知己会比较高一点，因为主任委员还需要比如说代表行政院去参加那个行政侦讼的会议，就是出庭法院。那像在今年的时候呢，今年的开会的次数到今年10月的时候，开会委员开会有3次，那听证会有1次，那行政诉讼的出庭那主要是主任委员有2次，所以今年的整个出席的状况是6次。那所以如果
委员觉得说这个主任委员跟委员的那个兼职费哦，有调整的空间的这个部分呢，如果委员觉得是有调整，那我们也愿意遵守。就说如果8000-4000太高的话，那希望委员给我们一个，就是说觉得是怎么样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部分哦。那因为其实除了这个些部分，剩下来的资己费用主要是说我们有公投案的时候呢，我们会请那个区公所去查对那个联署人名册，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些邮资跟电话的费用。那邮资的费用的部分是41000元，那一般的事务费用呢，大概就是会场的清洁、印刷资料，还有档案整理一些杂资。那还有一些委员，因为主要一些委员是中南部的委员，那他们必须可能搭高铁来回，好，所以那个差旅费的部分我们编了87000元。以上说明。好，周委员，请。这个公审会啊，根本就是盲肠机构啊，所以我们是觉得根本不需要。我们台联是受够了公审会的啦，哈。从 ECFA 之后，有这些会，他们只有少少的十几个人啊，竟然就掌控了全国三四十万人民的意志啊，所以这个部分呢。而且找了公审会的委员呢，一点都不公正，根本就是国民党的附属品。虽然看起来无党籍，但是他们说出来的话根本没有这公民意识，也没有办法让人民。公审会是要让人民是可以好，只是审查一下那这问题有没有。结果上次我们台联在弄那个 ECFA 的时候啊，竟然还要去审查说我们台联是反对 ECFA 的，所以题目应该是要做你是不是反对政府跟中国签 ECFA， 还要我们去又做复述的，这个公审会根本头脑有问题嘛，所以我们不需要这种公审会啊。说明一下公审会的运作。依照公投审议委员会，我们必须要按照现行的公投法去做处理嘛。所以我们还是要按照那个现行的法来运作啦。如果把公共审议委员会我们也没办法去做处理。这有关来这个我补充一下啦，有关28哦，我们提案的部分就是有关你们主任委员等兼任职务哦，你们刚刚也都说是以开会的形态为主，那我刚听下来好像最多也是一个月就开6次，可是你们计算的方式却是以月薪一样去乘以一个月8000去乘以12个月，那我觉得这太过于，我觉得这个很不合理啦。好，如果说出席一次，一个月可能出席一次，然后一次领8000块，一年下来你只出席过6次，可是你却要乘以12个月，啊，现在大家民众都这么苦啊，这些审议委员会的钱，主委也好，委员也好，不论是兼任的、兼职的，应该是要有开会你们才要领嘛。依照那个没有啊，他现在一准是一个月8000呢，你要12个月呢。就说依照军公教人员兼职费及讲座终点费的自己要点，他自己的方式，他其实是有两种，他可以择一个方式放那个去做处理，一个是按月自己的方式，就是像我们这样子，就是有开会就是看出席的人员就给，那没有开会的时候就是通通都有给，那另外一个呢才是按照实际出席字数的实际自己方式给，但是因为他的有一个限制，就是说他的每一次最高形态币只有2000元，但是因为我每一次开会的时间不是就会比较长，而且通常都是在晚上。没有，我觉得这不合理。你们应该是不能以，因为你们最近开会次数已经越来越少，你应该要按月自己兼职的费用本来就不合理，你应该是要按实际开会次数去支付嘛。而且你刚刚所讲的，就是按兼职人员那个全序审定等级区分，也是减任月资最高新台币3000，对不对？那以每月3000再乘以12再乘以8。我觉得这个太不合理了。这个我是你来开几次会你就领几次啊？有跟我有对啊，但是你们现在目前，所以我们认为说这太过浮边呐、啊。这而且费用8000块，我觉得也过高啊。
不过委员，这是1995年的时候就定到现在为止，这个费用应该要再去做调整啊。来了公审会吧。你们可不可以提一个检讨的报告？好不好？我们请他们提一个检讨的书面报告，好不好？可以吗？没有，我们。我觉得我们的要求啊，只是这个，你编的这个是开会的车马费嘛，好，所以有开会来领钱，这个合理啦，因为它并不是月支的这个薪水嘛，哈，所以他如果开会，假设了哈，你一次开会，我们其实都有这个，应该都有这个固定的这个车马费的标准了哈。都有标准的。他如果你假设你一年开会六次，你就是领六次嘛。你一年开会二十次，你就领二十次。对，你要开会密集的话，你就领的比现在多了。是啊，就是说，所以其实你是应该，比如说我开了，没有啦，不是的。你现在开会怎么发？他们每个月按月支给嘛，所以你不是按，譬如说我开了20次，你来了10次，你就领10次；我开了5次，你领5次，你就领5次，就这样啊，对不对？你就是来开几次会，你就领几次啊。你没来开会，你为什么要领呢？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嘛。是不是出席费？我们做一个出席费，这个就实际上开会的次数嘛。对了，啊，车马费呢就实报实销，就做一个决议嘛。你们就是，你说对委员报是因为是这样，那是不是说其实我也觉得说按月支给会是比较合理的状况，但是是不是说他不要实际就是新台币每一次2000块，这个那个额度是比可以稍微高一点，因为他们每一次开会有时候是晚上，那因为晚上的时间有时候可以因为。因为有规定是按照那个规定是2000块。没有开会就没有。不是啊，这种是开会到底是有利于人民还是无利于人民？不是，开会嘛，就是还花钱还养这些人来开会，然后还让你们不能公投，这是什么跟什么？改，这是什么跟什么？就改成一个决议了。哦，改成一个决议，就是有开会才发了，才领钱了。嗯，就是说，主任委员还是8000块，然后委员还是4000，这样可以吧？一年开了6次嘛，是不是？开了6次嘛，对啊。那你现在变成说，他如果只开6次的话？就是本来现在是等于是48000，那你如果6次的话就变两，就变不是，我是说一般委员了，就变24000了，哦，对不对？也还好啦，就是但是你就是要开会才有了，但是你不要为了领钱来开会哦，啊，不会啦，公投案我们没有办法去召集委员去开会啦，是有公投案或者是有征送案件的时候我们才会开会。但是本来就是出席费就是有开会才发嘛，是不是这样子？你现在是3笔嘛，兼职费一个，出席费一个，另外一个车马费一个，是不是这样子？那不是出席费是我们目前为止是按月支给，如果没有开会就是大家每位委员都会每个月都给，但是如果有开会的那一个月如果委员没有来他就不能够领。他是开会的时候大家都有了，开会的时候要有来开会才有了，这不很奇怪吗？就为了路跳的路口懂，这个很奇怪嘞，其实起来很糊涂啊。那就大家不要开会最好，都可以一直都可以领啊。那是重复领呢？你有没有搞错？你有没有讲错？有没有讲错？没有没有。这样啦，这编的是兼职会，不是出席会啦。哎呀，兼职会，它不是出席会啦。会是定额给的嘛，每个月按月给嘛，出席费是你来的开会我才给你嘛，对不对？这个月有开两次会，是另外一个嘛，
所以如果你有来参加这两次会，你都有参加，你就可以领4000块。但是你只出席一次，一次没有来，你就只能领2000块。如果这两次你都没有来，那你就都不能够领出席费。那兼职费还是领？没有兼职费，就是出席费。刚刚不是有兼职费吗？应该有个月，每个月不是有出席费的？对，其实兼职费就是出席费啦，应该这样说啦。不是的。那你们还有一个旅费呢？还有车马费、欸，没有哦，那是差旅费。差旅费是委员从那个来开会的时候，他因为他是实报实销，实报实销了。对，按照那个他来，一个委员平均可以领多少一个月了？就是东加加西加加，我要知道 average 一个是多少了？4000，就是包括差旅费。没有，不开会4000块，然后加上如果有开会就4000块，再加上他的不是车马费、差旅费，他的差旅费是要实报实销，要有车票、票、高铁票根的。那没有开会是领4000啊？没有开会是4000啊。他这个4000是叫兼职费，对不对？也不是兼职费，兼职费嘛，兼职费是不管有没有开会都有嘛。我来说明一下了哈，这个当然跟我业务是没有关系，不过我说明一下，就说他是用兼职费，就是一个月是委员就是4000块，好，这是不管有没有开会的时候大概都4000块。好，那么假如今天有这个月有开会的话，假定开两次，这个委员如果说有一次没有来，对不起，你原来兼职费就可以扣掉一半。好，换句话说，你就只能领2000块，那个4000块就只能领2000块。那么，假如说你那个月开两次会，你都没有来，那对不起，你一毛钱都不能领，是这样子的。好，那个就照比例扣，等于说你的，因为他领的是兼职费，不是出席费，就除以四。那他如果有来开会的话，就当然可以领，就那4000块，最多就4000块。那是另外，差旅费是实报实销。譬如说，你现在一个月开会两次，那我两次都来了，我就领4000块。然后我是从高雄来的，我拿这个车票，另外再领嘛。所以我的所以那如果我没有来的话，两次都没有来，我就是连这个兼职费都没有。不，他没有来就没有车马费啦。他需要开会的时候你不来你就没钱领了，你不需要开会的时候就有钱可以领了，大家都有钱，因为他没有这个，这是一个奇特的一个制度啦，蛮奇特，那个没有什么，想起来也还没有想到是有什么不好了，只是很特别。有没有其他的委员是这种制度啊？中学委也是这样啊、哦，也是这样。好啦，我想这奇特的制度啦啊。要不然就他们提供一个书面的说明好了啦，好不好？那到底是怎么？可以吗？各位委员，我们就没开会领4000。这个我们请他们提供书面说明给大家参考了。不是啦，这个东西要重新设计，因为你中选会委员他是有法定一定要每个月开会，他每个月至少开一次会啊。中选会委员你把走过啊，你都知啊，每个月会开会啊。对了。没了，他是每个月都要开啦，你们不开是你们懒惰啦，怎么没有开也可以。他是经过立法院通过的。对啊，行使同意权。对了。但你这个公民投票审议委员呢，你如果没有案子就没开会了。那没开会大家轻松还有钱可以拿。开会就大家比较辛苦，如果有事情没有来就反而领不到钱。还是怪嘛。坦白讲是还是怪嘛。好啦，这样子哈。那个各位委员哈，整个制度啊，我们重新再来开会来检讨了，我们再检讨，好不好？好，我觉得这里面的确不是只有这个工作审议委员会了，包括很多的机关都有这个现象。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有检讨的
必要的，好不好？好了，谢谢，这个部分就这几个案就照列了，然后请这个行政院好好检讨一下这奇怪的制度。好，那个是主席啊，我这个会议询问一下，是第二幕都可以讨论吗？好，处理第二幕。好，那我针对二至二的这个部分啊，就是一人一案长期陪伴这个政策啊，这个部分我有意见的。因为我上个礼拜还有最近几个月了哈，高雄气泡事件这个伤者的这个复健的很多来找我啊，那有一些手因为他这个中文我不太会讲了哈，但是这种结就是因为烧烫伤嘛哈，造成手部的这个没有办法去做一些活动啊，他的活动范围受到限制，所以他要长时间的复健啊。那尤其颜面的这个损伤啊，那这种复健的时间更长。那这个部分呢，我是特别觉得行政部门在，因为这个是预算的一个编列嘛啊，这个并不是一个法定的预算啊。那所以呢，这个施政不应该是有南北有差别的啊。所以高雄的气爆事件为什么没有一人一案长期陪伴？为什么八仙城报有呢？这个我们无法理解的，所以这个案呢、啊，我是不太建议说删减200万，但是我认为说应该要把高雄气泡加进去，不然这个好像有点在歧视高雄的味道，这个我没有办法接受。我觉得这个是南北的这个地域的一个歧视，啊，高雄人的命都较无值钱哟，这个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秘书长。你对啦，你说，我讲哦，啊，最后迄个高雄无，你台北关有诶。无啦，迄个高雄都已经过期都无做啊，啊，即马去变吼。嗯，啊，即马搁咧复健呐、啊，对不对？你这变一年诶医生呢？啊，高雄迄马搁咧复健呐、啊，他也无。你若无，我带所有诶复健诶，需要要一人一案诶，我带所有乡亲来，互你。啊，这个部分是因为那个替代医内政部在处理，我们把这个没有，我的你先是。对象先搞清楚嘛，怎么可以南北有别呢？对不对？假如说一视同仁，同样都是同胞，对不对？那这个不能南北有别啊，你应该是一人一案长期陪伴啊，大家都有啊，怎么可以说新北市有，高雄市没有？你这个今天假如不答应我这个预算，行政预算我都不知道。这个案我们转给内政部来处理，好不好？没有，你给他叫快到比较安全。我记得你好像在内政部的时候，好像他们跟我讲，好像你也执行过。不是，我在这里，你要答应我啦，不然我行政预算今天不要让你过。我说真的，我说到做到。好了，哪有说新北市有，高雄市没有？哪有这种道理？我们跟洽商、卫福部跟内政部一起来处理，好不好？那你假如高雄不同意的话，这个预算你行政预算我还是要做保留，全部的行政预算。我还是要保留，你答应我再说。哪有说这？无啦，你好意的讲高雄市无啊，台北市新北市哎，我都我跟你讲了，对不对？当时发生高雄市发生的事，对不对？我讲安尼，我讲安尼，够过分？我讲这样有过分吗？为什么高雄人就较细汉？不要引起高雄市的公愤，我看到几百岁，好意的高雄市无新北市有。我看哪一个国民党委员敢反对我讲的话？没有人敢啊，大家都赞成啊，对不对？为什么施政南北有别，地域有别？这个专案扩大适用范围了，有没有困难啊？你要答应我，我这个行政预算我还要继续审。可不可以？好了，我们找内政部跟卫福部来检讨，好不好？好、哦，好不？当然嘛，不好，要答应我才好。你不能就这样答应那个。那这个你、那个、你们政策有什么考量？你时间点无同，当然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问题？你还做一个动画片啊？不是啦，你时间点无同，过期的过期哦。啊，但起码哪个要个剩下的什么问题，我们来检讨。你问我上中华医生，啊，对我你问我上中复健急救三当，伊个手术那些慢慢啊开啊，对不对？啊，无恁这个计划本来要偌久，一人一样长期陪伴要偌久，对不对？复健上无马三当。你若不答应我先审其他，假如没有答应我行政预算，等一下我回头再回来。这个要耽误大家的时间。秘书长，我跟你讲啦，这个我也有一个提案呢，跟这个其实有点关系的。因为你议政署训练的人在这个陪伴哈，根本就没有用，没有好好的运用。你看我们跟要的资料哈，
办理次数啊，总共啊只有33次。你看这么久了，啊，冲啥呢？电话慰问嘛，圣别来对，才一盖11次了。那个你看那个2+2了，哦，到府访视啊，只有一次，只有一次啊。然后呢，文书的作业的服务啊，21次，服务的人次啊42，其实啊这个都没有几次了，一个用不掉了。啊，我坦白说，我不晓得是你们训练的不好，还是宣传的不够。其实在2个月前呢、啊，根本就没有人用，根本就没有人用。那坦白说，你叫这个义男呢、啊、去怎么样帮他服务？还拢跟还义男义男遐少年呢、啊？就你别伊边来跳，我拢干嘛讲他可能都不会，他要去协助他，可能那个不是光帮忙推轮椅而已，那种协助，我想恐怕都不是义男有办法做的。所以其实义政署做这个不是用意不好，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去抓到那个他们需要的。所以你看哦，陪同就医没有半次，陪同复健没有半次，陪同心理智商没有半次。为什么没有半次？因为用不上。我出来的人当然是出来的人陪我去啊，我就叫一个义男啊。当然他如果是家里面的人有困难，但坦白讲这些都是年轻人，北部他们头路都没做都要来陪啊，那有可能又放给你一个替代义男去陪，对不？北部没用嘛，阿姐、阿姨、阿哥来陪，一定是这样嘛。所以这种东西的处理，其实并没有抓到他们真正需要的，没有了。所以我的要求其实是，我相信，包括义政署，可能他们因为他们做了，大概就也只能他们可以做就这样，替代义男。但是政府真正的资源不是在这一块，按这个你们要去检讨。按照检讨之后啊，包括刚才陈委员所要求的。你包括高雄的，包括八仙，都要一并要用，好，好不好？好了，我刚刚有提过，就是我们来邀集相关单位来检讨，因为这个部分涉及到卫福部、内政部嘛，那包括你刚刚讲的这些，我们一并来检讨、来处理嘛，这样好不好？的确是靠这些替代义男这样的服务，到底能不能达到效果？我想这个也有值得检讨的空间呢，好不好？研究为了这个，只来研究啊，因为这涉及到卫福部跟内政部的问题啊。不，我原则上是支持，但是这到底里面有没有什么困难？当然，我要找他们来讨论，以后才能够做结论嘛，好不好？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了，好不好？因为不只是这个八仙城报的事情。好，我们就加一个主决议，好吧？好，好来，所以2+2可以撤案哦。那2+4，那第二幕大概就处理完了。那么29还有29，啊，那个2+2+1啊，不是一起吗？2+2+1啊，对啊，冻结，还要冻结啊？没有关系，冻结不是删减，就赶快进行。这个没有关系啊，不是，这个我从101年追到现在，国发会也不是国发会每一次三次的意见都不同。如果秘书长可以给你承诺，不是，他你要求的实质的问题可以解决，我们就无法解决了，无法解决。他没有诚意了，国发会没有诚意，他在100，博物馆来问对吧？对，不是，开会是另外一件事，这是明年度的预算，这个103年10月的时候，国发会在立法院做一个报告，他做了什么？结果呢？这最近两次又提不同的意见，都提不同的意见，没有了，这还
对了，对，我们解决问题的态度就是说，如果我没有删减了，没办法，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啊，那就冻结，对不对？哪里这种说法？开会是开会。听说有解决问题了，天台向我们就是问长，你听不是、啊，行政院哈、哦哎，你先听我讲，你先听我讲，你先听我讲。江宜桦院长说要从其他的博物馆，不要讲以前了，不是未来讲现在，不是他最近他还照转，国发会的文他他照转，行政院你应该你行政院应该不是，你先听我讲。你行政院应该要跟国发会讲，你要从别的馆改成原住民族博物馆已经不可行了。鲍委员，你要告诉他你要转呢？没有，因为他是中长期个案计划哈，程序上还是国发会在。鲍委员，对这个。另外有一个冻结案，我本来继续冻结的，我就没有继续冻结。跟。如果你认为冻结太多，我可以减少三分之一，但五分之一也可以，一百万也可以，总是要处理的。秘书长，我意思冻了一百万。一百万也可以啊，你不要钱不让我没有。好，2-2-1，冻结100万。冻结一百万了，总是要让你们去处理。好，冻结100万。是这个行政院核定。推动设置国家级原住民博物馆中长程计划后，使得动之，这样子吧，是不是？好，冻结100万。好，二至九，请说明一下。好，报告委员，我就说明一下，这应该是一个误解了哈，因为我们每年行政院书院会大概收案是平均2700件。那么处理完竣的也差不多是2400件，那为什么每年都会有差不多500件的这个结议的没有处理？是因为那是年底的时候新收的案子。好，那新收的案子我们通常处理时效有这个处理时效的问题，因为我们平均一个月大概收200多件，所以那都是新收的案子，所以一定会自然移到下年度里面。所以为什么每年的结议案都是500件，就这个原因了哈，不是说我们不重视啊，所以这个说明一下。这样可以吗？六人就没来。好，如果没有意见就撤案。3-1，第三幕、第二幕，等一下。好，那个2-2嘞？2-2那个改成主决议啊？没有啦，另外定一个主决议啦。我有提案删减呢。啊？他们是不是可以用主决议方式来处理？主决议要做一个总结稿。冻结，刚才郑天才冻结一百万，我再冻结一百万了。你要等到你们有落实，我们才要解冻啊。那个，好了，冻结200万，好，主席啊，冻结200万，付一个。那个，我建议这样了哈，哎，这个2-2撤案了，但是呢，全部的第二幕哈，用这个主决议，然后再写整个第二幕的这个要来立法院来报告他这个案怎么推动之后，再整个幕了哈，解冻200万了。冻结200万，冻结对，就整幕了哈。第二幕冻结200万了。我们原来要做主决议那一个部分了哈。啊，所以简单讲，2-2是撤案了。2-2撤案。2-2要撤案，但是我们做一个这个主决议啊，就是说整幕冻结200万啊，它待完成什么后，好整个幕。好，好，那个200万再解冻。请你们同仁准备一下主决议，好不好？好吧 ，OK。好，第二幕整个冻200万。一样啊，第二幕嘛，整个第二幕嘛，好不好？不，公投那个刚才有提到要你们做一个检讨报告嘛，对不对？一并嘛，一并报告，好不好？第二幕通通一并的哈，那2-9一样嘛啊、哦。那么现在第三幕，2-9撤案了，刚才撤案了，对不起，哎，刚好，那第三幕请说明一下。第三幕那个，因为市政推展联系，我们跟上年度的预算是编的一样的。那这个以往预算，一直在减少，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照列了？
对，因为这个跟去年编的预算完全一样嘛。啊，你现在是金额已经很少，市政推展联系，三之一、三之二都一样，是吧？对对对，都一样。哦，哎，好，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我们就撤案。三之一、三之二撤案，请进入第四之一啊，第四目一起说明。四之一、四之二。啊，三十二不是说明完了吗？没有了，不是嘛？你、这个说法反复啊，这个一定要有人负责啊！啊，这个院长是到底是在立法院是讲错话，是不知道，还是故意骗我们？是哪一个原因啊？是什么原因？骗了，原来的问题。原来他是知道的啦，但是当天发生的事情，对，当天发生的事情，那一天的确他是看到报纸，才知道了。但是这个案子他是持续性的啦，他原来这个案子不是只有那一天发生的，他早就发生了。秘书长，你是说他是当天知道了，对不对？然后后来说，哦，事先就知道，后来看报纸又加深印象，哦，听你这样讲了哈，所以比较好听了，这样子比较好听了哦。所以呢，他先跟人家讲说，在立法院第一次讲说，我是看报纸才知道，后。第一天嘛，看报纸说，哎，这个印象很深。后来人家再问他，他又想起说啊，我之前就知道了，什么没记啊？我知道，我忘记我之前就知道了。来，今天你讲一下三，你讲三，但是这很严重哦。你现在这个表示我们部长这个院长可能有这个痴呆了。有可能要吃那个巡历宁、不会痴呆，你放心哈、不是巡历宁哦，哦卡白的对吧？他脑筋很聪明，这头壳白啊。好啦，大家体谅一下啦，国事如麻啊，可以吗？三之二怎么处理啊？可以出来吗？三减一百万呢、没有多少钱呢、才六百多万，要三减一百万。整木了，整木三一百万了。没有多少钱了、整木了、整木啊，已经没多少钱，整木也就是六百多万嘛，才不六百多万了、因为以前曾经编到一千多万了、现在已经这样，三六百万还有五百多万了，你要这样要正面看待啊，施政推展联系很重要 啊，冻结是要等院长吃药有痊愈了才解冻吗？还是怎么样？还是院长要来考试？那我们怎么解冻？我们冻结之后怎么解冻？郑委员说，那个院长，你有照医生的处方签拿来，我们等院长把医生处方签送到内政委员会做解冻吗？当然，这没你也经纬了，哪一个党执政不知道了？但是事实上，你看马上就有。东西掉下来了。那个东远，这些资料已经，这些钱已经很拮据的了。院长在行政院执政，他必须有一定的资用的经费了。如果说一定挥三一百万不可，我想不管哪一党执政，结束结果都一样了。好不好？我是建议的，因为明年我们也许就不在位置上了。但是我是建议，还是把它留下来了。我是建议这样子，好不好？好了，好，因为这个经费非常的少了啊。那么就出来第四幕。好，那个报告各位委员，那四之一，第四幕有四之一跟四之二，先报告四之一啊。那四之一这个应该是，由于这个在
今年9月17号那个段委员办公室有个书函里面的第12个问题啊，他要说请行政那边说明说全国可以接受100 Mbps 的高速宽频网路加护率已达 89.38%， 依据资料的来源啊，那并请提供相关的检证资料啊。那我们所聊我们那时候有答复说这个是其实这是个旧资料啊。那因为委员办公室这样询问，所以我们有答复说这是在102年第35次的 NISI 会议里面由交通部所提报的一个那时候的一个数据啊。那事实上现在已经达到 98% 了。现在已经达到 98%, 所以呢那时候并没办法提供出这个相关的这个检证资料。那今天我们有把这个相关的资料都有带来啊。那这边有两页的资料，第一页是说明说这个所谓的100 Mbps 的这个的计算的方式的，也就是这个指标的计算方式啊。那这边还有一份蛮详细的资料，是关于现在目前已经达到 98% 的100 Mbps 涵盖率，它的调查资料，它细到这个到行政区的一个表啊。所以这个边可以提供委员来参考。那这是针对这个41目的第一个说明的回答。那至于说里面有谈到这个行政院的这个 idea 台湾2020的创意台湾政策白皮书，事实上这已经完备了啊。四十一目说希望说我们这个完备，那完他已经在今年的8月报请这个行政院来核定了，那事实上是由国发会来会诊的。那科技汇报办公室在这里面事实上只是协助这个网络建设的这个资料的会诊啊。那这个白皮书我们也带来提供给委员参考，所以这是关于这个四十一目的第一项说明的部分哦。那第二项说明说到说我们在过去102跟103的这个执行率过低的问题哦。那事实上我们现在今天所统计的最新的数字是在104年一直到今年的10月底啊，我们的执行率啊在人事费已经执行到 89.71%。那业务费呢执行到 88.85%， 事实上实际上是要超过，因为关于那个分配数不足因应，所以我们有些部分会因应到11月再来分配啊。那至于在设备跟投资已经执行了 92.35%， 所以整体来看到今年10月底我们的执行率已经到 89.6% 了，所以这是针对四之一目的这个第二项的说明以上。好，请问各位委员意见。好，这个科技的研究咨询啊，好，我们就这样。第五之一，包围还有四之二啊，四之二是，还有四之二目这边还没回应啊，一样嘛，哦、我不是一说一目一目说明吗？一目一目一起说明。好，四之一、四之二都出来，那第五目啊。还有啊，四之一的这个案子，你就是来跟我做专案，在内政委员会做专案报告啊。我有没有要动你的预算啊？我把那个简列的那个把它不简列了，冻结300万了，来做专案报告。是委员，您是要报告说是关于这个idea 台湾2020，还是关于这个全国接收100 Mbps 高速宽频网络？因为 idea 团是由国发会会诊，然后关于台湾这个。那个创意台是国发会会诊，对对对对对对，这并不是由科技汇报办公室来会诊，我们这是国发会的，只是说那时候答复问题的时候，在院里面是由我们来代为整理资料答复这样子，但是上会这实际在统审这个整个这个白皮书是由国发会从头到尾去负责的，所以这跟委员报告一下。那当然，如果委员要我们来报告，我们可以带国发会来报告，我们可以整理资料。那如果需要我们报告的话。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计划是国发会的计划？对，它是国发会执行的，并不是我们科技会办公室在执行的。好了，了解了。是，好，四之一车案，四之二嘞，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好，车案。那么现在进行第五目，五之一、五之二到五之五，请一起说明。这个案都是联合服务中心的所有经费了，啊，你全部删列、全部减列的话，所有联合服务中心都要撤班的了。所以我是建议，这些全部都是做为民服务的工作，我是建议我们照列了，好不好？谢谢的。
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联合服务中心哈、哦，那时候我们不是已经讲得很清楚，说你们要完成法制化，好、哦，那其实我们不反对合署办公，因为合署办公大家方便嘛。那你联合服务中心组成一个联合服务中心，跟合署办公是两回事、啊。合署办公什么叫合署办公？我们对面那个中央办公大楼有没有联合服务中心？没有嘛，它就是合署办公嘛，对不对？合署办公大家一起在那边上班，可能有一个管理委员会。那你现在叫联合服务中心呢？你要一个主任委员，要一个执行长，问题都出在这边了。问题都出在这边，所以我们希望看到这叫做合署办公。我今天要去办领事事务，我去高雄可以办，去台中在台东可以办。我只要这边有一个这个政府的这个办公大楼，是尽量把大家汇整在一起，这样就可以了。好，尽量大啊，有的他已经在外面，譬如说劳委会可能他有这个职训局或是其他的这个部单位，劳委会比较大，他不一定要合在一起。啊，他有他自己的业务，你只是那种业务，因为他可能只有两个人、三个人或一个柜台在那个地方的话，那大家合在一起，我民众要去办业务比较好办。我的 KIA 都好吹嘛，啊，中央的署部拢在遐，署方拢在遐办嘛，对不？应该是安尼啊。所以我的要求就是，我们的那时候我的要求是认为说，你如果要说我今天是要服务，让大家从南部、中部、云嘉或东部的这些这个人民比较好，他要得到，不然他要办这个理事事务还要跑到这个我们这边来办，很辛苦嘛。好，那你这边既然有这个单位，我尽量把你合在一起，这叫合署办公，这不是联合服务中心啊。你联合服务中心变成说你现在有个任务编组在那个地方，你把这些单位合在一起之后，我上面还弄一个主任委员，这个主任委员又不叫管理委员会哦，你说我一个大楼的管理委员会，都不是安尼嘛？你就变作讲，我这秘书我一个行政一个派一个人，派一个政务委员在遐在管这事务，这是真正莫名其妙的代志啊！大委员，事实上，我们各服务中心的设施要点里边，它有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刚才委员所讲的，是合署办公的哈。他合署办公的就是各部会的建制单位在办理各部会的他的资长的业务哈、啊，另外有牵涉到跨部会的相关的业务的话，是另外有任务编组就是有其他各部会相关的业务哈 来组成的任务编组啊，所以刚才委员所讲的合署办公事实上是有的，我知道有。太多了啦，你合署办公之外你还多了其他的功能，我 不可能所有都连合署办公的，像南部的中央机关那么多了，我知道啦，中央机关你自己有他的头家啦，对不对？他有他自己的老板嘛，他那个劳动部他听劳动部的，他卫福部他听卫福部的，你现在我大家在一起办公，我还是听我中央部会的嘛，我只是办公在一起，让你大家来我这边需要做作业的时候，临柜作业比较好做，比较方便，这个叫做合署办公。但是你现在是把这些部会把的派驻单位把它全部合在一起，上面再弄一个老板，比如说有两个头家嘛，一个是伫台北的，伫高雄啊，伫云林的，伫嘉义的这种的嘛，好、哦，变成是这样的状况嘛，那我就不要这样嘛。我觉得我坦白，我讲白了，未来无论是谁执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也制造困扰，拢派政治人啦，吼、哦，啊，无就叫你的行政院政务委员来兼任，来兼任，要做什么？就在地方上兴风作浪了。不管以后是谁执政，过去国民党执政过，民进党执政过，这个东西是国民党执政开始，后来民进党又开始接着做，然后发扬光大，然后到了现在国民党再执政，继续发扬光大，越来越大。但是这是不对的。那么台湾都叫谁？不会兴风作浪啊！不，就是兴风作浪。我讲就是兴风作浪。台湾就这么一点大而已。你们中办的那个，不，你们中办的一样。你们那个中办的，中办的还有这个有各地。你看选举的时候，在各地跑什么？
执行长、副执行长在跑什么？招商机啊，都招商机啊。那个服务案件很多。以后哈，以后也有可能民进党会执政，但我不要这样。我觉得这是不对，这制度是不对的，是不好的。多一个位置来分呐、啊。如果说我们比较自私一点，多一个位置分来分有什么不好？有可能是我们执政啊。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制度。你要合署办公让大家方便，这我完全赞成。这也不光是你南部需要啊，你桃竹苗也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啊，尽量请做会啊，大家较方便啊，对不？干不起来呢？一个是整合各部会的业务资源，第二个就是在地就地服务地区的这个民众呢、啊，应该有两个功能嘛。啊，你讲的这拢废话，我都头头拢跟你讲过啊，就大家方便啊，我拢赞成嘛，就是合署办公嘛，这就是合署办公啊。联合服务了，就怎么样联合服务？你一个你那个人要站在那边指挥说，哎，你赶快这个人去服务那个，这个人去服务那个，不是不是，他各单位各有各的执掌。对了，我今天要去找这个青年署，教育部青年署，我就去找他了，我把钱办在一起，我还要去找到你联合服务中心的执行长说，哎，请你带我去吗？啊，你变成鬼呆啊？不是，高雄的，比如说高雄的居民，他有。涉及到中央部会的，他不可能跑到部会来，他就到联合服务中心去问，他就知道这个程序怎么办、怎么处理嘛。你在重复我讲的话嘛？你今天他到联合服务中心来，他说我要打国防部，对对，对不对？那你国防部有人？有的有国防部，有的没有国防部的人呐、啊。那你今天我说什么叫做合署办公？你就是国防部爱派单位底下，我都有柜台啊，我就有柜台嘛，对不对？是这样嘛？我有个柜台在那个地方嘛。不，为什么名称？主要是因为名称的关系吗？那名称维持，人员全部裁撤，留那个合署办公的单位就好了。你那些多出来的这些什么执行长、主任委员全部裁撤掉。应该是我们沟通这个，以前我每年预算都讨论到了哈。我是认为，就是说合署办公也对。联合服务的观念也没错啦，合署办公的目的是为了要达到联合服务的功能嘛。啊，所以现在要问人事处这边的，就是说你们的合法性现在有没有问题？你要先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回到根本，我先回要求你合法性的问题，好不好？没问题。哎，对，合法性现在没问题。你要讲，你要讲，你要讲啊！对啊，对对啊，段委员有意见啊？对啊，不是，我们你们现在是用行政院组织法作为法源嘛？对，对不对？我们是啊、哦，依照那基准法的规定哈。我跟你讲，我问你了，我们当初做这个决议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行政院组织法？有，行政院组织法有啊，也有嘛，对不对？对 对, 对。所以我们当初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做了这个决议的时候，啊，你当初我们做这个决议是废话吗？我们当初内政委员会做的决议，认为说你们那个阶段是没有法制化嘛，没有，对不对？对不对？那个阶段跟这个阶段有什么差别？来，报告委员，那个哈、哦，依照行政院组织基准法的规定的话，一二三级机关的组织以法律定的话，啊，它内部的单位是以处务规程来定，啊，我们依照处务规程里面把我们内部的一级单位还有服务中心都定在我们内那个处务规程里面。什么时候定的？啊，什么时候定的？我们就处规程就100年的时候就定了。什么时候定的？我们这个决议什么时候做的？啊，事实上我们很早就有定。我们这个决议什么时候做的嘛？哎，你们已经我们做这个决议的时候，你们已经有处规程了，对不对？对对。所以那你当做我们这个做这个决议是废话了？啊？没有没有，你觉得我们吃饱太闲了？你们明明已经法制化了，我们还要求你们法制化？我们上次我们是吃饱了撑着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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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委员的意见我们也有全部删除了。那是纳入处务规程。对，是啊，是啊，纳入处务规程。现在纳入处务规程，到做法制化嘛？对对，这本身清楚的，就有什么好讲？因为之前就是
以前我们有过争议，每一年都在这边讨论这个东西，所以要求你们针对法制化这个部分要去做嘛。对啊，所以你们的做，你刚刚就要回答，就是说我们的努力就是把它在出规程当中写进去嘛。对，你就这样回答委员，这样就好了嘛。是是是，对不对？对，我们也请上次也请国花会表示意见，国花会就刚才的那个意见了，说我们这样做已经事实上已经完成法制化的过程。对了，所以。那还要看一下段文有什么意见啊，也许段文他不满意说你出规则，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讨论这个事情，就是说你的根本现在合法性有没有问题啦，没有问题，你确定没有问题吗？对不对？有问法规那个国发会那是没问题，国发会说没有问题嘛。好，那你现在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回到这个预算的本质上来讨论嘛。我是一直认为就是说联合服务也好，或者是合署办公也好，其实手段跟目的啦，那个都没有冲突啦，现在只是我们大家就预算来讨论啦。但是如果说全部都删除，我认为这个太过了啦，我们大家观念大家理性来讨论没有问题啦、哦、不过你要问一下段委员他有没有其他的意见呢？主席，我可以做一个折中啊，但我坦白说、啊、我们当初为什么会提这个动议到现在这个状态是没有改变，这不是法制化的问题而已，这就是联合服务中心的定位的问题，就是那个定位，你弄了一个这个执行长，执行长都在现场啊，这个江执行长在现场啊，对，我们以前立法院的同事过啊，对不对？对的，地方政府就指东指西。我坦白说了哈，你联合服务中心今天如果都要变成安置地方政治人物的这个，我们不要讲是酬庸或者是安置啊，你就会让这个本来是要做地方服务的人民服务人民的这个就遭奸计啊。无论是蓝是绿都一样，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不好。那我觉得坦白说这是人性，我如果今天做头家我也希望说都给我安排我的人，对吧？但我们制度上不应该去容许这样，他有必要吗？他真的需要这样吗？我知不，他如果他是合署办公难道做不到吗？我上面不要再有一个这个单位在那边指挥，不要再一个主任，再有不要再一个主任委员，不要再有一个执行长，不行吗？为什么一定要这样？那边没有执行长，谁来领导？为什么要领导？当然有人指挥领导。你们那个两栋中央办公大楼是谁在领导？林瑞进博迭来对啊，那不一样啊，什么不一样？那个选出管理委员会，选出管理委员会。那如果是大楼合署办公，他有大楼管理委员会，是管理这栋大楼嘛？他是管行政的，但是这个是管业务啊，当然是管行政啊。他业务为什么要人家管？好了，我今天职训局在高雄的业务，为什么上面还有一个人在管我呢？我对就是对台北的这个中央部会啊。我应该我请教一下几位执行长，你们实际上也不是去指挥他们各单位嘛，你是协调嘛，你们主要的功能是行政协调嘛。对，你们讲一下，我觉得没有这里，我们跟段委员交换一下观点。我不认为他们是去指挥啦，我不认为，我所知道实务上那个，请江执行长讲。跟委员报告，因为我们那个现在服务中心除了这个现在目前刚刚委员提到的合署办公之外，我们派驻在这里的同仁，其实有一些部分并不一定是中央单位在南部，例如说我南服中心好了，例如文化部它其实在南部是没有单位的，它如果派驻了一个同仁在服务中心，在南部的不管是艺文团体或民众对文化部的一些服务案件，他其实是直接可以到这边澄清，然后他帮他做一个传达，或者是按，其实我们等于是帮他做一个转达服务。那例如说像除了文化部，像原民会啊、客委会等等，其实有很多部会，其实他在各个地方他是没有单独的、没有地方的驻地单位，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像委员刚刚特别提到，像例如说劳动部他的救服站，可是其实劳动部他的业务也很多，他救服站不会去 cover 到他其他的单位，这是一个部分。局长，我跟你打个岔，我还记得我们做这个觉得你大巴肚哈，对吧哈？如果他有需要临柜服务，他有一个派驻在那边的一个单位，他的临柜服务因为必须在柜台作业，所以他必须有人在那个地方。我相信那种临柜需要临柜服务的那个单位，他本来都已经有派驻单位在那边了，你们只是把它搞起来搞做会。你说的那种像国防部也好，文化部，他就派一个人。我坦白讲了，现在这个时代了，
你除了需要临柜服务、需要换证件的之外，你所有的东西没有办法用 email 处理，没有办法用电话处理，我都不相信。这上面时代啊，那政府还够安尼哦，那么笑死人，这是什么政府啊？跟委员报告，我想那个并不是每一个民众他真的都会使用网络啦。那个他这样子的服务，当然他并没有很多。那他在我们地方上如果没有部会，没有在那边有单位的话，他会有这样一个服务。那第二个，我们刚刚还有特别提到说，跨部会的协调部分哦。那我认为啦，就举例子就好了，就是说。例如说我们上个礼拜有一个会刊，它其实是一个省道，它其实是公路总局的案子，养公处的案子。那民众在那边发生交通危险，可是它跨的部分很多，除了养公处，它有国防部的地，它还有地方政府养公处的事情，其实就需要我们去做一个这样子的协调啦。那我们其实有在做这样子服务的部分。那这是我们的协调部分，那还有刚刚提到的那个，我们为什么需要各部会，然后再有派员在那边做服务的这个方向。那另外就是委员特别提到合署办公，我们现在目前南部服务中心其实是有4个合署办公的单位，那其实都是一个做一个协调的部分。我们没有增加人力啊，其实这也都是原部会的人力啊。我要你们删减。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观念上的讨论啦，而且我们过去我也曾经在以前在野党时代讨论过这个问题，那现在我们国民党执政党，所以每个情况变动不一样。反正这样好不好，段友，我也不能说你的观念不对，但是我觉得因为用全数检列这个方式太大，我建议干脆我们保留了全部去送协商，这个部分我们不要在这里谈。因为一个机关你把它全部预算都检列掉的话，那等于是把它否定掉，然后它行政部门有它的自主性跟主导性。我现在刚之所以问说他目前在出入规则里面他是合法的没有问题，我现在确定他这点。那如果他没有的话，我就是说那你们这个预算都不要编。那因为他已经有了，我们不能说他有基本的合法性，可是基本的合法性不代表说这个预算就可以合理这样使用。你有意见我也尊重，所以我也不要，我们不要在这个地方去说啊，我打几折大概这也没意义了，干脆我建议把它全部保留去送协商了。否则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们去让行政院说要他同意说他合署办公的话，因此没有必要设这个行政首长的话或者是一个警长的话，减列200万、哎、冻结1000万、哎、到这个内政委员会来做专案报告、哎、对联合服务业联合各地联合服务中心的定位问题啊来做联合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减列太多太少了啦，那个我要说一下好了请。那个根据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第28条，相关的事业务需要设任务编组，对不对？所需人员应由相关机关派任或兼任。那现在就是里面有很多的执行长，那些全部都是约聘嘛。好、哦，那你要讲法律，我们行政院处务。规程里面第28条也写得很清楚啊，本院因业务需要得设下列常设任务编组，其内部组设及主管权责另以设置要点定之，噔噔噔噔噔，这么多，就是在说你们用像那么多个执行长这些任务，它其实是嘛不扣起啦，嘛不上面啦，对吧？也不是你们相关机关派的嘛。这个其实就是你们要的话就要法治化的问题啊，可是你们一直没有做出来啊，你们一直就是让人民觉得说你们好像是在绑庄脚，或者说是在好像上一次你们那个不知道谁南部的中心谁要去南部嘉义选什么的啊，然后就派了谁当什么执行长，就是很明显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我想不管是未来民进党明年要执政，他也不能这样，他也不该这样做，也不能这样做。那所以我们提这个意思是主要是这个意思。那我觉得冻结如果是照段委员的意思的话，我觉得太少了啦。段委员多一点吧。那个周委员，因为他这个这笔1亿多的预算啊，8000多万是那个建设的费用。
建设哈，新建房舍的费用、啊，高雄的他的办公室，他只有2000多万的、欸，你现在一给他减那么多的话，他根本就没有办法运作了。剩下2769万，所以一则是减少一点、嗯，另外一个方式呢、啊，就第五幕呢、啊，第五幕就是、啊、是不是就送协商、啊、不要了，我要求就是减列200万了、啊，冻结1000万了、啊，600万好不好？少减100万了、啊。因为他只有点那个2500多万呢、欸，2700多万嘛，少一点了、啊。我都不爱了。我这个跟起几啊年啊，我都不爱。因为这是老案子嘛，要不然就送、啊、送协商嘛。我这老案子啊。对啊。减列200万，冻结1000万。减500万，2700几万减500万都便宜啊！啦，那个啦，多少？200万呐、啊，一百啦，减一百，100万好了啦，减一百啦，伊确实是农业不会的。好了，可以了，100万可以了，好不好？200万呐、啊，1000万呐、啊，就是这样了。不要再讲了啦。好了，第五幕就动200万、啊不，减列200万啊，动1000万是不是？啊，科目自行调整，好，好，快点啊！我是这个冻结跟减列都是联合服务业务，那个不是？哦，对了，对了，对了。不要紧张嘛，好，我们速度加快一点啊，不然主席5点半要去上课了啊。请那第六幕一起说明好吧，到6-5。国土办报告，有关第六幕有6-1跟6-3的部分。6-1的部分是谈到，有关于这个内政部的国家级反恐训练中心。那这个案子主要原因是因为厂商倒闭，营建署没有发包出去。那么这个案子已经在今年的6月份发包出去了，预计在明年9月份完成。那同时办公室跟院里面都有开过几次的协调会，所以这个案子已经可以顺利的进行。6-3的部分是有关国土规划项目要动475万，有关 WHO 一直在 IHR 的网站上没有名列的部分。那这个在去年委员提示之后啊，办公室这边已经协调卫福部跟外交部持续的向 WHO 一直在做抗议。当然可能整个大环境的影响哈，效果目前还不是很好，但是我们会一直持续的来做。那特别跟委员报告哈，办公室明年在反恐的经费上，事实上只有编列了475万元，主要是在两个项目，第一个项目是在金华专案，那这个专案就是为了2017的十大运，所以我们明年要跟国安单位、跟地方政府要开始做实兵演练。我们前面2年已经做了一些相关措施，那这一块的地方啊，是特别跟委员报其实是没有办法停，因为一直要持续在做。第二个部分我们编列的大的项目200万就是在关键基础设施，那么尤其在最近反恐上来讲，恐怖组织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非常的多，我们在103年做了关键基础设施的评点之后，从今年开始我们针对一级的关键基础设施开始办训练，开始办演习，我们也请了很多的专家学者一起来做，那么今年做了15个，我们48个一级的关键基础设施、那个、对不起、哦、我们请那个联合服务中心，因为他们做的比较远、哦、就请他们先离席、哦，那我们48个关键基础，希望在明年，尤其在一级的部分哈，都能够配合这些专家学者重新来做一次检视，来强化我们这个反恐能量。所以办公室明年的400多万的预算哈，特别拜托请委员能够支持，让我们能够持续的业务啊，能够来做推动。以上报告。好，来请说明。治安办报告有关的有3个部分，在6.2部分委员提到了这个分工
跟是不是是功能是不是重叠？那这个部分跟委员报告啊，目前的分工确实是不是那么合理啊？所以我们现在在推治安的三级制啊，希望政策管理跟这个技术啊能够切割。那但是在是功能上是没有重叠的啊，只是要把它更合理化。那这个二的部分提到啊。有两个计划这个是从科发基金申请的。那跟委员报告啊，其中第一个是计服执行的，它主要是服务各政府机关的啊。那第二个是我们为了驻外管处的治安防御的加强啊，要研发一些新的工具系统。那因为它都是跨部分的科研计划，所以才会去跟科发基金那边申请，那由治安办来代表。那也跟委员报告，刚刚提到我们在推治安三级制啊，所以将来计服它行政法人化之后，会由科技部来担任它的监督机关。那我们从105年开始已经把这个计划移给科技部来申请了。那它一旦行政法人化哦，这个预算就会改列到科技部的公务预算。那另外驻外管处那个其实是两年的专案啊，今年105年科发基金审查时候，我们也都配合接受立法院这边的监督啊，做相关的说明。那105年度这个计划回收结束之后，这个经费科发基金就会回收。这是 6.2 的部分。那在 6.4 啊，提到这个台视卡式台胞证的部分啊，那其实这个部分我们只是接受陆委会的咨询啦，那但是我们也不太方便去对外说明。那非常谢谢委员在10月1号的时候啊，有责成我们到立法院来做一个报告。那所以我们也把这个卡式台胞证它的功能安全性或者有一些什么要注意的啊，在这个场合跟各位委员报告。那其实很多民众啊事后也打电话给我们说，那终于有人把这个卡讲得清楚一点了，那他们比较知道说他要怎么取舍，他要不要去申请这个卡。那我们提到那个他可以有一个那个 blocking 的钱包，其实那是一个时而不费的保护措施啦啊，只是说我们也把这个尝试传递给民众啊，那并不是说这个什么治安的无法评估啊，这样的课题存在啊，其实是我们大概有什么注意事项也都已经提过了。那在 6.5 的部分啊，提到 GCB 啊，这可能那个当时表达让委员有一点误会啊。其实在部会的部分啊，我们确实在今年9月份就已经完成了。那可能当时我不知道姚委员的重点，后来我才了解到，他是说我们每一年抽20个机关做稽核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去全部检查这396项有没有达成啊。那因为我们做稽核的时候是有数十项，从策略管理技术啊挑了数十项， GCB 只是当中一项，所以我是用抽一些重点的项目。那如果委员认为说这个我们应该这个全面抽查，我其实是有工具的啊，将来我也可以把这个作业时间拉长，然后做一个全面检测。但是这个跟 GCB 有没有完成是两回事啊，我也在这里做一个补充，谢谢。好，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这个提案主要是像六之二，主要是说你们那时候没有把它说写得清楚，你们其实这是你们自己的措施，你们看起来编的并不多钱啊，800多万而已，可是其实你们是从基金那边其实去接了计划，因应你们需要的这个花费嘛，你们为什么要把它分开到这样子，你为什么不直接编到我们看得到的这个部分，这个是你们是特别什么用意吗还是什么啊？对不起，委员，我再补充一下哦。好，要说明一下。好，目前预算书里面编的就是我们依照处务规程执行的政策规划啦、重大计划推动管考等等所需要经费。那刚刚讲了说，那计划里面那其实是计服它执行各部会所需要的经费。那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业务移给科技部，也就很容易切割，就整个计划给他。哦，现在那个治安办就没有这个经费是。整个计划
好了哈，因为这个很重要的工作了，治安跟反恐啊。啊，好，那这几个案子就撤啊。好，请说明一下。跟委员报告，这个一直持续来做，我们也认为 WHO 把这个部分弄的是不合理哈，所以一直持续的在做，包括请卫福部跟外交部，那包括这次11月哈，有两位德国的专家学者来，我们也口头请他来做一个专访，我想这个我们一直会持续来做，跟委员做个报告。我们在有在欧盟的部分有去做交涉，欧盟的部分有去做交涉，因为这个是在欧盟的部分。啊，这个我们会请外交部再把这个资料。是。好，这个部分，好，这个部分我会请外交部卫福部把这些资料再做整齐，再送给委员。谢谢。好，那么第六案我们就都撤。等一下啊，六之一哈，关于这个国土安全办公室的部分，包括我早上问的那个部分也是要处理，所以我把这个案子把它改成哈，把它送书面资料过来，就是你们对于国家级反恐训练中心。你们有什么计划？你们有什么看法？因为虽然说是内政部在处理，但是显然是有些状况，所以你们的检讨是什么？第二个，我早上问的重大危安应变机制的这个计划，你们要做调整，你们调整之后送过来，书面报告送到内政委员会之后就可以动职了，好不好？对吧？是不是？好。特别的，同学就送书面报告啊。对这个重大维安的这个计划呢做调整啊，还包括反恐中心的部分呢也做你们的看法做书面报告，好不好？好，那第六幕我们就处理完了，那接下来第七幕。好，请说明。第七幕一起说明好不好？七之一到七之四。跟委员报告，第七幕一共有四个提案，第一个提案是有关八仙乐园之后针对大型活动订出安全管理的法令或准则的部分，这部分跟委员报告，在11月2号的时候内政部已经针对相关的部分定了一个大型群聚活动的安全管理要点，颁发到各个部会跟地方政府来做执行。那针对这部分后续的一些推动方案的部分，本院在昨天已经在核定了一个大型活动安全管理的方案，要求各部会的地方政府确实落实相关的部分的规定，所以这部分已经相关的规定都已经颁布下去来做执行。那七之二跟七之四主要是针对目前灾防法所规范的灾害防救体系的一个提案，我这边做简单的说明，是目前中央灾害防救汇报的召集人是院长，那委员会的话是副院长，那目前汇报一年开两次，那委员会一年开四次，就照相关规定来做召开的会议。那汇报主要是一个决策的功能，那委员会主要是协调相关部会的行政措施，同时灾防法也规范相关委员会的任务跟汇报任务都明法明文的规定。那另外办公室是这个汇报的整个部分的幕僚作业。那有关整个灾防体系最重要的一个科技咨询的单位是专家咨询委员会。那科技中心呢，也是灾防救法第七条规范的一个单位。那目前这个单位是行政法人，是由我们的科技部下属的一个单位啊。那这两个单位是主要的一个科技幕僚单位。那行政院国家搜救指挥中心这目前是我们在海空的一个相关能量派遣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统筹单位，那么也是由消防署来做一个营运。那在发生重大灾害的时候基本上初步由国中心跟整个初级应变机制来操作。那发生重大灾害之后，依照灾防法规定13条规定，就由相关部会来召集成立应变中心，这是目前整个系统的规定。那针对因为复合式灾害有时候在第一时间救援单位的反应上，我们希望能够加强的部分在5月12号的时候，院长特别召开中央灾害防救汇报的时候特别讨论，就是未来在消防署的副署长，因为涉及到比较专业性的救灾的部分未来他就是变成是中央灾防中央灾应变中心的当然的副指挥官这个部分能够强化军警消等在现场上的指挥，而且未来任何的应变中心主要是紧急性的灾害都在我们大平林的部分来做个运作，同时针对初级应变机制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说明，也是在法令上修正之允许范围之内来做一个调整。
那有关7-3的案的这个部分，是段委员所关心的部分，那边特别说明，因为消防署在南投的训练中心啊，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一个训练中心，它训练对象包括国军跟部会，还有包括地方各地方，还有包括一些志工的部分的训练啊。那委员所提出来的一些训练设施的部分，使用的率不是非常高，这边特别说明是 T1-T8 啊，这个主要是目前是很多消防单位几乎都用得到的是，包括像综合商场啦、啊、集合住宅、透天大楼跟高低塔救助的部分，所以它使用率非常高，甚至到破100的使用率。那至于说船舶、航空器、地下车站跟公路长隧道及石化厂，这个是因为有些并不是每一个消防单位都有在辖区里面都遇到这样的灾害的潜势跟危害，同时这些相关的部会也不是那么多的人同时训练，所以这些相关的训练的这个比例啊，会相对看起来会比较低一点。这个部分做相关的说明，谢谢。这就是我的重点。所以你看他这边设置的这些，包括车站的、啊、这地下车站，就是包括捷运站的、啊、哈，火车站的、啊，航空器啊，船舶了、啊、哈，船舶可能机会少一点。就是我们越是我们其实一般灾害比较少有可能用的，比如在建筑物之外的，其他使用率低。可是那其实往往是我们反恐的这个训练需要用的，对不对？包括在捷运站，他会常常会用到，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们没有去整合、去安排，把这个有效的、这个有限的资源，或者是现成的资源，好好去做运用。抱歉，我这边做个说明啊。有关未来是不是把这些设施的能量结合防恐的训练部分，我这边有特别询问过消防署的方法，是因为我们这些场所里面都有大量的可燃物，因为它模拟相关的火焰的状况。那防恐的时候，有时必须做一些爆破或射击哦。所以实物上目前如果说做室内的这个整个部分流入是没有问题，可是这些设施未来如果做防恐上，未来在操作上可能还是有些问题。所以这部分内政部消防署有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明，跟委员做报告。好，这个部分我再跟电政部再来讨论了，好不好？就谢谢，我们就此案第八幕一起说明，8-1-8-3。好，有关8-1的部分啊。委员这边是建议说，这个未来行政院要向内政委员会报告哈，落实这个女性阁员1/3的这个案子哈，来提专报告，然后是冻结700万哈。这个案子哈，我想这个运用女性阁员这个部分呢，是其实它的这个是有越来越多在进展的一个状况哈，所以过去7年的部分呢，就是曾经任用女性阁员的部会哈，其实是有达1/3啊。那个未来哈，我们想未来的新政府应该就会这个部分会有更多的女性阁员被运用。那在这个部分，我们行政院这边呢，新民处也会签报给院长啊，对这个议题哈，这边能够重视哈，知道重视留意哈。那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建议啊，我们是不是可以不要冻结这个预算，那我们在这个部分呢来提专案报告，朝这个方向。好，那第二案的部分呢是有关于APEC 的部分啊。APEC 我们这个部分呢今年是编658万。那事实上 APEC 这个议题我们从民国93年开始啊就开始规划，然后开始参加 APEC。那我们在 APEC 这个部分呢其实有蛮多的参与，尤其拿今年的例子来说，我们在 APEC 就特别办了一整天的 seminar 哈，有关于运用 ICT 来促进女性的经济参与，那相当的顺利成功哈，有15个会员国，有114个人参加哈，我们在菲律宾办理这样子一个 seminar。那明年啊，这个 APEC 是在秘鲁举行，它在6月份就举行了，那个在秘鲁举行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发表我们第3年哈，有关于这个运用 ICT 促进这个女性经济参与的这个一个报告。所以这个部分呢，是不是这不要冻结预算？哈，我想这个部分会比较
能够顺利来做。那因为这个我们一直很努力的做，而且成果也很好，是不是就不要冻结预算，也不用写专案报告，因为这个是已经做了十几年的工作，做以上的说明。那第三案的部分呢，要说明委员这边是说我们有一个80万的这个委托研究啊，那这个部分要冻结我们的400万，而且是删除400万，说错了，40万，删除40万，然后冻结40万。这个部分我特别跟委员报告，是因为我们性别主流化有6大工具，那性别平等机制、性别意识培力、性别统计、性别影响评估、性别预算，这部分都上路在执行啊。那其中有个性别分析这个工具呢，目前各个部会办的时候是依据性别统计做分析，那我们有关性别专家他们认为说，现在这个性别分析的做法哈，认为还不够哈，他们是希望能够我们能够参考其他各国啊，他们有不同的做法，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性别分析的这个部分做得更好。所以呢，我们就编一个80万的预算啊，这个研究题目是性别分析的策略及应用研究啊，明天希望做这样的委托研究，我们准备把国内目前办理的情况做收集，同时呢收集这个相关国家比如欧盟、加拿大、纽西兰、美国以及国际组织和 APEC 对这个性别分析他们的相关的经验跟做法，然后我们可以统整说我们国内未来的发展要如何去处理，然后就可以做出适合行政机关运用的性别分析的实务操作手册，各个部会就比较好用。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建议我们就不要冻结，也不要删除我们的预算因为这个是一个研究案，而且是对这个行政部门很有帮助的做以上的报告。好，这个各委员没意见？好，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撤案。第九目一起说明，9-1、9-2、9-3到9-5，来请。好，简单扼要，康主任请。是，我就跟实案办比较直接关系的，就是9-1跟9-5哈。那9-1是段委员提出来的，9-5是庄委员提出来的。那在9-1的部分，我想我同意这个段委员的前面一些某些的叙述，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目前齁，就是在整个的体制是有待在以改进，但是台湾的制度因为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就是我们现在缺乏了一个独立自主的一个风险评估的一个中心。那另外的我们的食安的管理的单位散布在卫福、环保还有这个农委还有经济，所以事实上这个是有关于这整个制度的改善呢。那当然我们会尽量的来提出来这样子的一个建议，但是食安办的部分呢，其实我们也只能在这种散播的这个管理制度之下呢，尽量去做一些协调。那至于是说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些法规政策大致已经完备了齁，但是段委员提出来说这个执行的部分，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在执行依照食安法所有业务的执行面上，真正的稽查这些是落在那个地方的政府。那我想这个我们未来会朝这个中央跟地方如何能够来做协调，然后来落实这个监督的来一个的目标啦齁。那还有9-5，就是也是类似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达到事前的预防这的功能那我想我们会尽量的朝就是未来工作努力齁，然后来落实这个督导这个中央跟地方的一个协调，能够让这个执行面上能够落实。那请委员给予支持。那因为食安办是今年是第一次编预算，那其实在虽然是在整个的消保及食安业务里面，但是真正食安办扣掉还有那个资讯的系统之外呢，只有500万
左右，所以请委员给予支持。消保处，各位委员哈，那消保处105年的预算编列是12,080,000元，那92内容提到的就是说我们的检验费105年只有列100万哈，那这个跟委员报告，这100万是检验的费用，其实消保官他的一年的费用300万，那300万里面其实除了检验以外，另外还要支付采样的费用，还有因为要采用的旅费，还有一些处理重大消费争议事件，还有消保官在职训练等等这些费用，还有查核。所以如果检验费用编得偏高的话，会挤压到其他业务的执行。那委员的建议哈，那我们有想到就是说，其实我们也可以跟其他的政府机关哈，像这个标检局，我们也常常跟他们合作，那合作的时候相关的费用是由标检局来支应，所以事实上我们做的能量绝对比100万还要多，所以是不是请这个委员支持，如果冻结700万，那大概消保官这一块就没有办法处理。那9-3的部分呢，这个治安法通过56条第二项以后呢，这个部分谢谢这个陈委员的指教哈，我们确实只有发了这个消费的资讯，然后我们也跟消基会做了一个沟通，请他能够在提起团体诉讼的时候善用这一条的规定。那消基会在发布说要提起团体诉讼的时候，确实在食安事件上也现在也都用56条第二项的规定。那因为委员的指教，我们也觉得对消费者确实有益，所以我们会在我们的网站上，在这个法规命令那个 QA 地方，我们会把这个部分再补进去。那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在团体诉讼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能采取更积极的态度，能够协调黑心的厂商对于查扣的资产，另外提出损害赔偿办法跟赔偿方案这个部分。那我们在大统油那个事件上面，我们确实也请我们的消保官也跟那个彰化县的消保官一起去找了大同的这个负责人，希望能够提出这个损害赔偿的方案，但是因为后来这个方案的内容连我们自己消保官都觉得对消费者显然不利，所以后来就全部由团体诉讼的方式来处理。那这一次黑心油的事件也是因为消基会跟台湾消保协会已经站出来，愿意用比较有利于消费者的方式来处理，所以我们这个部分就交给团体诉讼。那9-4的部分呢，我们有编列了45万的这个委外研究案费用，另外100万的教育宣导的费用。那教育宣导呢，是我们法定的职责。那我们这个宣导的效果必须一定要有教育宣导，然后搭配着这个消保的行政措施才能发挥它的效果。比如说我们建立的相关的一些机制，透过国小，像我们最近2年都有办理国小校园偏乡学校的小学的一个教育训练，让这些这个消保的观念能够向下扎根。然后另外对高龄者，我们也办了一系列的活动，因为高龄者也是弱势的消费者，我们也加强这方面的这个教育宣导，所以这个费用并不是那么的多，才100万，还有委外经费45万，是不是请委员也予以支持？谢谢。好，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好，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撤案。第10案，第10目，好。陈委有意见。陈委员，请。这个几个啦，这个跟这个赵周兄建议一下啦，因为那天食安办去协调，我感觉两件代志啦，一个就是讲那个英国人那个地休的代志嘛，哈，啊，即摆地检署的问食药署啦，啊，讲啊这对伊的健康的危害到底是安怎嘛，哈，啊伊即摆伊就甲回嘛，哈，啊伊。伊就是用迄、那个伊咧做伊个风险评估的时候，伊无去做伊个致癌风险，这第一啦。哦，伊无去做伊个致癌风险，这第一哦。因为致癌风险是线性模式嘛，哦，啊，所以
伊去叙述甲地检署回复的时阵，他没有去特别讲到致癌风险这个一个啊。第二个就是说，在我们是另外一个议题了，就是说，我们这个现在在这个健康危害的食品要下架，过去啦哈，你伫个时阵，你伫食卫署，你下架还是中央地方大家要去整合嘛？啊，比如说这个台南发现北海油脂有问题，哦，那要下架台南，因为我们这个食卫署各地都有办公室嘛，哦，那这个大家会联合去稽查，然后下架通知。当然，过去中央地方政府都合作嘛，哦，要不要下架这个指令是很清楚嘛，哦，所以台南一通知所有，那我们卫福部就会立刻啊宣布说这个全国就下架嘛，对不对？现在我的印象是这样，英准过去是这样，但现在都杀给地方政府啦。哦，啊，地方政府好像卫那安尼卫福部都没什么代志啊，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食品要下架这个事情，哦，其实我们行政院应该是要去整合，包括地方政府跟这个卫福部，这个要把它一致啦。曼公，你现在出代志，讲，嗯，啊，你这为什么是这个这台南，这个台南要因为要决定一项要下架，迄牵涉的范围足宽嘛，影响的负面，这个因为这个食品这个牵涉的范围，株连会非常大。哦啊，所以这个机制，我觉得应该是要这个要把这个机制，大家把它定清楚，责任把它定清楚了。办公大家杀来杀去，地方的杀哦，大家也杀来杀去嘛。啊，尤其你从卫权来讲，这个公司里这个中华嘛，哦，啊出代志是台南去查的嘛，哦，啊你讲要下架到底是要叫上下架，是台南公下架还是中华公下架？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权责应该要把过去没问题，那现在有问题，我觉得这个要赶快整把它。在制度上再把它做一个整合啦，哦，大家不要推卸责任，那该我们卫福部要负起责任，就卫福部要负起责任啊，中央就要负起责任啊，哦，才不会重演这个黑心油这个后来这个大家大这个卫权这个油品事件的这个风波嘛，哦，大家互推责任，我觉得这样不好，对制度上要做一个整合。好，啊，风险评估报告，我跟你讲，英国人这件哦，台南没代志啦，台南没起手啦，赶快的物件。当然，这个农药成分不同，但是台南那个部分检察官就按照违反这个食品卫生管理法就起诉了，啊，结果英国人他说这个茶叶要吃几公斤，这个才会有这个这种观念是不对，因为风险评估包括我甲看过啦，啊，我也叫来问，啊，他根本癌症风险他没有做啊，对不对？哦，啊，英国人 DDT 确实是这个邱委员就很清楚，是二应该是二 A 的致癌物质嘛，哎，二 A 啊二 B 的应该是二 A 的。哦，所以我刚刚讲这個，那像这咱卫福部，把咱的行政院呐看到这吼，個，你比即卖迄个，那什么美，迄个较内行嘛？名我袂记啊，那叫什么美啊？江玉美。啊，哦，江玉美，你比较内行啊，所以你爱甲讲啊，对不对？啊，错了就要赶快再发函给地检署再重新调查，啊，对不对？他也当公众放公这种所谓的黑心厂商了哈，抱歉，怎么可以这样呢？对不对？啊，南北有别。哦，同样的引用的条文一样，啊，但是这个却采这个我们卫福部这个因为风险评估报告没有很做完整的一个报告，结果就有了这个选拔期这类的不起手啊，啊，那我刚才都不公平，所以这个要一致性啦，啊，结论啦哈，你那十位属黑是爱风险评估是爱加油了，他们讲那些我够差，我那平常性在专业上来讲啦，他为了公开那边健康没有危害的，哎，刚才讲。0.2公斤的英国人才会有问题，结果那一天乌龟来啊，剩下0.7公克就有致癌风险了。好 ，OK， 谢谢那个委员的指教哈。那对于这个刚才那个，就是以判例来看哈，其实并不是他是因为据我所知，因为是那一家的他的那个，就是说他贩卖哈，他的贩售的关联性。不够，哦，也就是说他并不知道，哦，就是说法官认为说他并不知情这个，所以对另一个特别的那个公司，哦，是不起诉，所以并不是说对其他的，哦，所以这个其他的公司是否需要起诉，那个还在调查当中，哦，所以先做这样的说明。那对于这个风险评估其实国卫院有做了一个他的风险评估的，但是大概大家所用的数据，还有一些那个它的水溶性啊，这些的数据，
它有一些不同的一个的计算的方式，所以国卫院的计算的方式他们认为是还不至于到这个危害的风险。哦，所以我想这也是刚才我回应，就是说刚才段委员提到，就是说这个风险评估的未来是否应该要有一个比较独立自主的，或是我们一个或者是比较好的一个风险评估的一个机构。我想这个是未来如果能够朝这样的方向，那个对整个国家的是好的齁，对人民的保障。那对于另外那个您说到那个整个的指挥系统，那其实是那个毛院长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齁，就是说当时英国兰发生的时候是从苗栗然后到台南，然后在各地在发动这个齁，所以几乎是每天每一个县市不同的时间来爆料。那会造成民众整个的人心惶惶，哦，所以他也立刻责成是说，我们现在就赶快来建立一个所谓的一个就是紧急应变的一个 SOP。好，哦，那现在已经卫福部已经也建立好了，那他们也开始要是做一个演练。好，哦，所以这个部分未来。也就是说地方当中央有要需要下架的时候呢，中央跟地方一定要协调好，大家一起的行动齁，那这非常谢谢那个委员的提出来齁，那我们会来注意这件事情。委员提的意见很重要，是不是请行政院也把它带回去好好研究一下齁。好，那这个第九目各位没有意见我们就都撤案齁。好，第十好不好，那调查也很重要齁。第十目请说明。各位委员好，那个第十目啊，主要是提到这一个在105年资讯管理业务费项下里头，其中有5012000元的这一个这个更换汰换网络卡储存设备 PC 啊伺服器等等的各类设备的一个预算。那这个预算呢其实是有一点像是例行性的预算，因为行政院全部的设备包括 PC 1000多台伺服器150台以上等等各类的钱，都是每年用这样子一个400-500万的钱继续让它营运下去。那所以每年会有这个数字会有一点不一样，而完全看这一个设备的这一个状况。譬如说104年，现在呢我们是汰换了98年、99年已经不提供服务的 XP 的个人电脑，那然后呢还有一些 switch 啊通讯设备。那这些电脑呢因为钱不够用，所以我们汰换的电脑呢有部分的萤幕啊也就没有换，然后只有换主机，所以这个部分的例行业务请这个委员协助支持，谢谢。好，这个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撤案。第十一案请一起说明好不好，简要一点。跟各位委员报告，那第十一目是有关新闻传播的业务哦。那第一案这边提到说这个我们编列了5692万4000元，建议减列4000万元哦。这个真的是要恳请各位委员协助哦，因为我们的这个经费哦，其实扣除了这个必要性的经常费用，还有我们这里面因为有一些新闻局时代就留下来的临时人员的费用，其实真正在这个宣导费用其实只有3000万多一点而已，其实是以前新闻局同一个项目里面大概1/3多一点而已哦。那我们过去在这个部分做文宣，我们这一两年呢，其实尽量都是利用网络社群这些比较免费平台的部分来做，所以我们 FB 的这个粉丝数，其实我们从去年的这个2.2万增加到现在将近7万啊，还有我们也做了这个直播。那这个直播的部分，其实主要其实也都是我们同仁自己在操作，也是用这个 YouTube 的免费平台来做。那这个部分的经费3000多万的经费，其实主要还是要在这个多元的宣导，因为还是有一些民众他可能不是使用这个网络社群的人，所以还是需要利用广播电视还有一些不同的一个管道来进行多元宣导。那我们的这个
这个针对我们这个行政院开曼拉这个频道呢，其实我们从去年虽然是六月注册，但是其实我们是九月才开始进行试播。那到目前总观看次数已经接近150,000人次，订阅人数也是有这个1611人。那网友留言数也是有将近的这个，在直播的时候的留言也将近的一个20,000人次啊。那在这个脸书的一个部分。我们其实会持续的来努力，希望能够在让民众在这边能够及时的知道一些这个行政院的重大一个政策，那希望能够跟新闻稿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区别。那另外就是我们行政院的这个宣导会不会11之5这边提到说会不会跟部会这边来重叠？那其实我们现在各部会的宣导经费其实都很有限，行政院主要其实还是以跨部会行政院重大的政策，还有一些属于防灾的这个还有防疫的等等的项目，像目前的登革热或是明年初其实禽流感等等的，还有这个 MERS 等等的，这些我们都会加强的来跟部会合作，然后做一个分工合作的宣导。那另外就是针对这个我们的11之7这里提到我们的这个有关这边有一个这个临时人力的这个委托业者做非上班时间的一个舆情搜集的这个部分呢，因为其实我们曾经有精算过委外是比较节省的，那而且其实礼拜六礼拜天我们同仁都还是上班，他们其实只是辅助的角色，那这个工作其实从91年开始就进行委外了。那在11之8这边提到的这个说我们的这个摄影人员等等的薪水平均近90,000，其实应该说是平均应该是80,000多，但事实上每个月月薪是60,000出头。那主要是加上劳健保费、年终奖金以及加班费。那其实我们摄影人员非常辛苦，因为其实以我们摄影人员来讲，他有时候院长这个。不是说帮院长拍照，而是说我们必须要提供新闻照片给媒体，因为媒体有需求，所以我们其实是必须拍摄这个新闻照片提供来媒体的。那同仁甚至连加班有时候都没有办法领这个加班，因为我们的经费不够他们领加班费，那有时候也甚至没有办法补休哦，所以这部分也是恳请委员来支持。那另外就是有关我们这个11之9这里的设备经费，其实我们的设备从新闻局的时候留到现在很多都已经很老旧了，那又重，那同仁出去其实我们必须要定期的汰换，还有包括我们的 server 跟剪接的一个 server， 还有这个相机镜头等等都必须要进行汰换，因为它其实是会坏的，所以这个部分的经费如果删减会影响到我们这个业务的执行，所以这部分特别恳请委员来给予支持，谢谢。好，请教各位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第11幕，没有意见，我们就啊。去年都的意见一样啊？等一下，等一下，查一下。第9幕啊，没有啊？十一幕啊，11611，不对啊，去年是400万，11幕啊。去年是减列400万了，科目自行调整了，啊？就冻结是呗，没有减列，冻结多少？1/5啊？行政院可以吗？好。提出书面报告或解冻，好，来做专案报告或解冻，好，1/5啊，会不会太多啊？啊，好，好，那就冻结五。
好，好吧，就一并报告了啊，一并纳入这个专案报告里面，冻结五分之一，是不是？是委员，可不可以拜托十一之八，是不是还要报告？因为十一之八就是我刚刚跟您报告的，我们其实那几位摄影的同仁，他的薪水其实就是六万多，那只是加上劳健保跟一些年度经费，其实平均算起来是八万多。这一题，啊，谢谢委员。十一之八撤案，好，好吧。好，那就十二目，第十二目，请说明一下，简要说明一下。好，跟各位委员报告第十二目哈，我们编了一些其他设备的费用，因为这些设备都是非常老旧的哈，跟大家报告，我们都是超过使用年限很久的哈，我们有很精算过，而且很仔细的去思考过，所以这个部分编的预算也是跟去年一样没有增加哈，麻烦各位委员能够支持我们，谢谢。好，谢谢。第十二案啊，第十二之一车案，通案一。通案一二三，跟各位简要说明报告，针对大陆方面片面通过所谓的国家安全法，宣布 M503 航线实施卡式台胞证等，我方皆有向大陆表达严正立场。我们认为大陆任何片面作为都无法改变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及两岸互相不历史的事实。同时也亦请大陆当局应严肃看待七年来双方互相互动成果，正视两岸现实，充分理解台湾民意与感受，方有利益务实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同时，政府能将秉持以台湾为主，这个前面都已经处理过了嘛，有利的原则，在维护台湾主体性与全民利益，以及有效管控风险的前提下，循序推动有利民生福祉的两岸对话协商与交流。所以，不要念的啦。好，通案一就撤案，通案二，二三四五。一起简要说明一下好不好？不要念了啊！这个前面都处理过了吧？可以吗？二三四五都是国外理会增加的部分。那我们增加的主要是两个单位，那我请两个单位来报告好不好？一个是因为新成立食安办，一个是信品，一个新的。哦，这两个很重要。因为简要就好。食安办是今年是第一次编预算的哈，所以以往就是并没有这个国外差旅费。那我们编的是主要是到这个欧盟的这个所谓食品安全局，然后另外 WHO 跟美国的 Codex 的一个中心哈。那因为这个我有必要这个参与国外的一个就是国际的一个活动，然后来加强我们的风险评估的一个能量。好，请委员来支持。好，我们就请委员支持了，这个非常重要了。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信评处的部分啊，信评处的部分增加这个预算是37000，这个最主要的就是欧盟这边哈，他主动跟我们说想跟我们建立这个双边关系。已经没有肉了啊，可以了。好，那个主决议，那前面两几个案都撤案啊。好，主决议一，同意。主决二 ，OK， 主决案三，要不要说明一下？文字要不要有一枚？文字哎，好，第三个部分呢，委员这边建议哦，我想是最后面的部分啊，就是要求啊，行政院积极强化性别及人权影响评估作业啊，这个并辅以性别预算及性别决算制度的建制，以提高我国性别主流化政策的执行啊，这个部分没有问题哈，我们都在积极的推动哈。那其中有一个部分呢，是我们跟主计总处哈正是密切的合作哈，推动这个性别预算
的这个事办哈，我们改制改新制哈。那去年事办了五个部会，今年事办是不是可以把那个文字建议一下？所以文字我们建议是这样子啊，并建议辅以性别预算及性别决算制度逐步建制哈，就加四个字，好不好？好，那么就、可以哈，我们就积极的继续把它建议文字修正。对，好，谢谢。好，主决议四。好，主决议是 OK， 主决议五，好，主决议五，五也有文字修正。来，是我们做我们同意主决议五，但是最后一个就是每一季来提出报告哈，我们希望能够改成就是，向委员会提出自食安食品安全办公室成立后之工作成果报告。好，我讲这很重要啊。OK， 请主，那我们就修正通过。主席六，主席六跟主席还有各位们报告，就是因为那个应基法22条这个授权的共管办法哈，严明会在1996年12月18号已经跟内政部、交通部、退伍会还有农委会已经会前订定发布原住民族地区资源共管共同管理办法哈，所以我们建议后段的部分呢，是不是修正为行政院应指派政务委员负责督导严明会执行该项业务之协调修订或增订相关办法。好，那就照这个修正文字通过，就加上这个负责督导严明会执行啊这些该项业务。好，主决议七。主题的部分，因为公有土地征编原住民保留地处理原则，它这个法令主管机关是行政院原民会，所以我们建议是在文字的1234567第七行行政院的部分改成行政院原住民委员会，将由原民会责成相关单位来就是针对这部分再做检讨，这样哈。以上。原住民族。原民会我可以责成他了吗？对，可以，因为这个法令主管机关就是原民会，那各行政部门本来就应该要配合行政法令来办理，所以这部分的协调应该没有问题。那当然如果原民会在协调上如果真的有困难的时候，院里面也会提供相关协助啊。他们有，那只是把这个权责明定出来。嗨，用责成这个字眼对吗？从法令主管机关立场是 OK， 那我们可以也可以改成协调也可以。对啊，他们没有互相隶属关系，用责成不是很奇怪吗？他这个一项啊，这个以这个法制化的问题啊，都是行政院指派政务委员的、主席。那是不是依照主席的意见就改成行政院原住民委员会应协调财政部国产署等相关机关来，这样比较合理吧？好 ，OK， 好不好？谢谢。好，修正通过。第主决议八。那主八的部分主要就是国有林班地当初就是依照行政院98年的计划，在执行的时候确实是没有设图根点跟控制点，但是因为这个相关的土地附账的作业从已经就是全部都交给各个地方政府在处理哈，这是属于地方自治事项，所以我们建议这个内容的部分哈，最后的决议请行政院责成内政部及林务局这一块，我们建议增加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因为这是地方自治权责啊，协助地方政府办理图根点及控制点的布置。那及相关经费的部分建议删除，主要是因为内政部在这块没有相关的经费编列。那我们但是相关行政协助我们会提供。以上。好，修正通过。主决议九，还是。是内政部的权责，好吧，及林务局拿掉，就责成内政部啊，协助地方政府啊办理这些的控制点的分布布设啊。主决议九，主决议九的话，还是跟刚才那个第六案的那个共管办法是有相关的哈，所以我们建议说请行政院的部分的修正为，请严明会邀请内政部、交通部、退伍会。农委会及教育部等相关机关检讨修正共管办法。好，文字有修改啊，有啊，就刚才你念的。好，修正通过。主决议十。
十没有意见啊、哦？行政院可以吗 ？OK， 好，主决议十一。陈委员的那个，主席跟委员有关主决议十一的部分做稍许的文字修正，就第二行的部分，原来的决议是主要运用替代役人力，因为其实一人一案长期陪伴这个部分不只是有替代其实是辅助的人力，最主要还是一些社工跟一些医疗人员了。部分说是不是这边做个删改，就是主要是三个字删除，另外就是替代役三个字也删除，就改成运用人力这样就好了，好像可能比较范围比较扩大一点，谢谢。这样可以，陈委员可以吗？好，好，修正通过，好。我们处理完了啊，好，我们先读这个协商结论。好，请先读协商结论。先读协商结论，行政院税收部分第二目。行政院105年度第二目施政及法制业务冻结100万元，是该院检讨一人一案长期陪伴政策之执行方式适用范围，并修正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兼职费支给方式，向本院内政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另2-2-1冻结100万元，是行政院核定推动设置国家级原住民族博物馆中长城计划后使得动之。第五目减列2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5-5案冻结1000万元，是向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专案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第六目冻结200万元，6-1案是向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提出检讨书面资料后使得动之。第11目冻结1/5，含11-1、11-3、11-6，是向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专案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主决议部分，主决议三，文字句末文字修正为，并建议辅以性别预算及性别结算制度逐步建制。以提高我国性别主流化政策之执行成效。主决议五句末文字修正为，应将食品安全办公室自成立以后之工作成果报告提至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参酌。主决议六句末文字修正为，负责督导原民会执行该项业务之协调修订或增订相关办法。主决议八句末文字修正为，责成内政部协助地方政府办理图根点及控制点之布设，以保障原住民族土地权益。主决议九主决议七句中文字修正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协调财政部国有财产署。主决议九句末部分文字修正为，请原民会邀集内政部、交通部、行政院退伙会、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及教育部等相关机关检讨修正共管办法，以落实原住民族地区资源共同管理机制。主决议十一删除主要是三个字，还有替代役这三个字删除。宣读完毕。另外主决议四跟主决议十呢照案通过，宣读完毕。好，行政院预算收支部分处理完毕，拟具审查报告函复财政委员会，谢谢大家，散会。Thank you.
谢谢啊。